二四，来这一个是 Bcom 他们家的，就是他们家专门在做内搭，来他们也是偶尔会出个一两款的衣服。桂芳 ，Hello， 我们今天吃牛肉粥，烫到那个舌头有没有？太烫了，因为有点赶时间，又叫。小帮手帮我加，你会上这一套吗？可以，小帮手可以帮你加，没问题。小帮手帮加税加税书。对对。然后我讲到哪里？裤子要 M 吗？裤子你要那个哦？哎、欸，没有，裤子应该、啊。我先哎、欸，我先应该，哎呀、啊，应该按 M 吧。S 的。啊？加税呢？啊，哥，这么近的路啊，爱用点了吧？点爱订啊，爱订订啊，要订啊。这不是预购吗？对啊，不是，是今天的，可是我们没有拿 L 号。对对对，这是预购啊。我们没有买 L 号回来。我看一下这里。好。没有，它应该只有写 S 跟 M。来这一件呢，它也是素素的上衣，然后颜色有蓝色跟黑色，然后这个蓝是水蓝色，然后它拼接呢的螺纹是有点花灰色的螺纹，就是它的领口、袖口、下摆都是一样的，然后黑色是拼接灰色、深灰色的领口。袖口、下摆，好，来这一件编号是哇，无字顶，那安尼无字顶嘞，要等一下，哦呵，来这件编号是24号哦，24号，它本身布料呢是没有弹性，没有弹性，可是袖口啊螺纹这个是有弹性的，然后它的面料就是棉哦，不会厚，它算是薄款的棉。然后穿起来它会挺挺的，这件它是素素的，你要单穿它也可以，然后外面再罩外套也可以，很好看。它就是素素的很耐看，好不好？素素的很耐看。那我等一下我的那个尺寸，来这件打折下来是多少钱？1000。然后我们今天小帮手换人了，我们今天请了一个新的阿迪亚。1000。1000哦，来。900。啊，我1000的就是拢990，因为1000的歹听。看是要980、990，对不？990。哎呀，好啦，990啦。不999啊。999。纯金。999啊，对啊。很久没看到这个牌子的衣服了。没有，其实他们家我们也很常进他们家的内搭呢。旁边是床，哪里？这个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们会不会在这边睡觉啊？没有，我们这边不好意思，地方有点小，所以隔壁的东西都不知道堆去哪里。对，你看。隔壁的东西有椅子在那边、欸。我现在发现隔壁真的还蛮重要的哈、欸。对，不是隔壁重要，是要再多一间更重要。哦、穿好久，对，都内搭。对他们家其实大部分都是内搭，去他们家选啊，几乎他都清一色都是内搭。可是他们也是偶尔会出个一两款上衣。嗯、对、啊。然后像这个啊，其实它就是一件很像那种大学 T 的概念，然后就是素素的很好看。那如果你不想要水蓝色，你其实黑色穿起来也很美。我等一下再套黑色，好不好？来这一件的24，然后只要990块。线上加一，我们是抽3名200块购物金，公开分享也是抽3名200块购物金。转账那个，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是汇款的人，好，你一定要在礼拜一以前完成汇款。礼拜一晚上以前。礼拜一晚上以前，就是接12点以前接单是接当天以前这样子，当天以前啊，接单是当天以前，哎，就是礼拜一啊，就尽一定要不是尽量是一定要，就是有汇款的一定要礼拜一晚上的12点以前汇款。今天不要玩直播，对啊，我们在疯狂出货，我们今天出了100包的货，几百包的货。好哦，那我先拍蓝色。都快去睡觉，下面睡觉、啊。准啊 ，OK 啊，中午快去睡觉。睡觉？怎么会睡觉嘞？你哥还没盖乖哦，还没。快点。好，我下面有练尺寸嘞，尺寸表给我一下。算了，等一下。哦，好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复印。好。他可以穿到XL，好。我的裤子买一领，红的呗。穿黑色一下。呵，我等一下要穿黑色。来，编号是24。不用。我惊死。阿弥陀佛。我背。
一定不够钱，会给我三个肩宽。你什么？慢慢啊，都要讲起来。好，大有你讲好啊。来，这一件肩宽42，胸宽58，然后袖长56，袖宽26，衣长56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使用购物金还要输入优惠码，优惠码是什么？小毕，你不用输入，直接点进去。我传给他那个教学影片，让他再看一下。小毕，那个小帮手传给你教学影片，你再看一下哦，小毕。他只是要点下去，他就折了。点下去就对了。你只要动你的手，然后点下去，他就会折了。折了。他就会折了呀。折了。就该折了呀。折了。嘿。来，黑色。其实也聊够好啊，它很像水蜜桃布。对它的材质就是，其实它料子真的很好，这种料子其实也很难形容它、欸。它穿起来是真的很亲肤、很舒服的那一种面料，然后穿起来它又会挺挺的，可是它挺又不会让你觉得硬，你知道吗？它所以它的面料真的用得很好，我觉得它这次 B com 的这个面料它选得很好。然后奶油这个是黑色，它就是属于比较一件素一点的上衣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种衫会当穿到足侪冬，你都不会腻，真的都不会腻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件很素的上衣，就很好搭。然后你穿明年再拿出来穿，你也觉得它很 OK， 比较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图案啦、啊。对，它就是比较耐穿，哦，来这个是黑色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然后工作的人啊，这个也都可以卡在这边，都没拉起。有没有做这种螺纹就是这样子，这种设计就是可以把它拉成这样子 ，OK， 可以的。喜欢的就在线上加了哦。对，20。叫我姐姐。熊料我看到熊哦，我也同时。春楠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对呀、啊，杨坤龙。来，再来是外套，棉质外套，然后是这个牌子的，快别出来、哦。两 A 没有两 A，、欸、O C E 啊。N C O D E， N C O D E 这个牌子就是格子外套那一家，贵贵的那一家。来，他们家也有出这种棉质外套。棉质外套就是休闲。然后就用外套的洗，随时有没有冷的时候就是给它盖，然后这种外套就是舒服，对，就是舒服。它不是穿什么有型呐、啊、有型的外套，它就是一件舒服的这一种外套。然后就是帽子，然后前面就是拉链，然后这边就来给你一个 A 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 A 罩杯哦 ，Apple。颜色，这个是白吗？杏灰，杏灰。哈哈哈！哈，白怕狗梗。系啊，来，好，你给我看一下，后边佫有秀烟马克呢，好精致哦，好喜欢，超可爱。它就是小小的，然后点缀在它的后面这里，是不是小巧思就是这样？好好看、哦，装饰不用太大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小小的，对，小小的在你的后面。然后很好笑吗？这是纸很 A， 贵吗？很 A 哦，啊，你今天是要哪买啊？你跟我讲，没有，不要想很 A， 就想它是 Apple，A B C 的 A， 这边吗 ？A 哦，然后它的 A 啊是那种珍珠毛，好来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这礼拜开始有抽到购物金的使用方法。对，就是你进去你的页面里面有没有，然后就这样滑，有没有得到镜头？来教你们看一下那个黑哥那，那个钱，对，那个什么优惠券，有抽中购物金的钱，什么钱？就是如果你有你购物金嘛，有抽中购物金，就去你这边的页面有没有进去，然后就滑到我看一下啊，你滑过头了。你就滑这个，对对对，他要写优惠嘛，优惠券有没有？然后就按一下，然后这边就有你的，再点它，这样就有了，有没有？你已完成你的购物优惠码是
都不用用。天哪！蛋姐，我很好，你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。不会的话再问小公司。不会说，你们不会再问小帮手一下？不好意思，我的声音为什么就是出不出来？不知道那种感觉，就跟我八月那时候一样，想讲话好痛苦，我讲不出来。来哦，我现在把里面的衣服脱掉，就算如果你要单穿它的话，这个你就是配一个小可爱在里面，阿雷玛鞋塞，好不好？阿雷玛鞋塞，其实它这种外套其实就是很休闲的外套啦，不会流行，这型的是一。永远，永远不回头。真的是，讲妈妈还是讲小姐还是讲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外套。从小朋友到七十岁，这种都 OK。没错，它就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这种款式样式，然后这种素素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跟你讲都没生，这种你 N 年穿 N 年，你还是会很喜欢它。N 年哦。对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灰色，然后六条安内心就喝款。不败款，对，可是不败款啊。对对，不败啊。对，东方不败。东方不败。啊，拍照了。好的。哎、欸，拍拍哎拍谁？阿伯阿伯公给哎，我谁谁啊？有哦，是你的你啊，好好啊，拍谁拍谁？我我洗干，来编号二三哦。来，这一件打折下来是2020，肩宽是40，就笑，胸宽52，袖长59，袖宽22，衣长58，长一两个，不不不，长一两个，我是什么呀？麻雀虽小，两个笑到并轨。没，我们小帮手还把我那一段截下来，把那个影片截下来。你是要以后是要放在哪里用？小雪啊，我跟你说。麻雀虽小，对啊，每个人练出来不是都一样吗？而且没有，我第一次明明就练得很标准。然后后面他就念，麻雀，麻雀。哎，差一楼可以穿吗？哎，差一楼穿可能就是这边胸会比较，因为其实它是有弹性，差一楼可以，可是你扭起来有没有？你就是那个胸会比较明显。然后看你可不可以接受。那我们建议啊，因为他们家像这样子的外套，我们就建议穿到大 L、L 或大 L 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差 L 要穿就不要六啊，你要六也可以，就是胸这边会比较明显，安尼，因为这是毛巾布料哎，一起有弹性哎，所以你要穿也是可以。可是我觉得像这种外套，可是穿久了它还是会再松一点。会啊，对，嘿，也较零一点，袂较变较短尔。好，我先拍照，二三号。杏色，来杏色哦，它是算浅杏色，它的颜色比较浅一点，浅杏色有点米白。然后这边的 A 啊，它是用灰色，有点灰杏色的 A 在这里。然后后面这里一样有绣这个，有看到吗？这里一样有绣一个英文字，然后有帽子。我跟你说，它们质感好好，因为它帽子是两层，它帽子是两层衣服哦，是一层对不对？可是它的帽子为了让它有一个立体度，它的帽子它是做两层哦，一等站卡这会，所以颜帽子你看安尼用心后边好一个挺度出来，袂牢牢，因为有些帽子它会牢牢就会有点这样子倒下去，趴在你的肩膀不是趴在你的背上，那个帽子不好看。可是你看到它帽子是挺的，有没有？它帽子是挺的，然后下摆接罗纹这边也是接宽的，跟它的袖子是一样的。好 ，OK， 好拍照，然后拍照喽，喜欢的赶快先上加啦，嘿、hey ，好不好？起床的不要再睡觉喽。对，按照规矩。好，不要没拿。对，不要再睡觉了，起床了。哦、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两天的款式精选都放在这两天了呢。对啊。
真的呢，精选中的精选，就是在这两天了，就是要让你们就是这两天买得很开心。可是昨天好像还好哎、欸，今天比较好一点。昨天那个买气怎么了吗？我不喜欢哦。对，好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来裤子呢，昨天阿玲是买她穿的昨天那一件，对，然后这一件因为它比较长。它比较长，如果脚比较短一点，对，如果脚跟我一样就是比较长一点的，因为这件，因为像这种裤子啊，就是要穿有点落地才会好看，落地裤，落地裤要穿一点有落地的感觉才会好看，所以呢，这一件呢，它的裤长真的很够哦，可是它还不会顶到地上，刚刚好，对，然后我现在穿的这件是 S 号，版型正常哦，版型正常。来，编号是25吗？25。来，编号是25号。拍谁要制定要不要来？然后它的腰围里面一整圈都是吊短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，所以在穿的时候它的腰真的很舒服，完全不会勒你的肉。而且它还是斜口袋呢，你看看它是斜口袋，斜口袋是不是穿起来都特别帅？因为你会插口袋插这样啊，然后站37步。就是斜口袋啊，斜口袋很好看，因为其实很少牛仔裤会做斜口袋，对，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件，好不好？然后后面来，后面也有口袋，两个口袋，上面这里呢还有两条车线，然后它口袋的位置呢也做得很刚好，就是在你的屁股，在你的屁股比较上面一点点，就是有一点提臀的效果。然后它的刷色我也觉得很喜欢。它的刷色呢，就是比较好搭的颜色，因为它不是深蓝色，它是有点下面这边有点刷白，对，有没有？这边是有点刷白，可是还不会很白。就是它是刷的很自然的刷色，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裤子啊，你会很常穿它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上衣你不好搭的颜色，你下半身就是搭牛仔裤就对了。版型正常哦，整件牛仔裤都是有弹性的，所以真的很好穿。来，多少钱呢？1600，来打折下来呢，1600块，尺寸正常，然后它就是分三段而已。对 ，S M L， 啊 XL 的拍谁，我们就看下一款，好不好？就是 S， 你是 S 就买 S，M 号就买 M 号 ，L 就买 L， 版型正常，完全没有什么偏大偏小，很好穿。就算你的腰围穿起来很不舒服，我跟你说这件就会很舒服，因为它在规定东西够短，要带颜色哦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。要帮我带颜色，要带颜色哦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，这样子你的腰才会比较舒服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公了。好，这件裤子好好看、啊，越看越好看呢、欸，我的妈！李贵，我大 L 可以穿吗？美，你说大 L 可以，大 L 你就加 L 啊，因为它整件有弹性，大 L 可以，你就是穿 L 号，因为耶裤头是够短，然后呢，不好意思哦，完蛋了，你腰一个疼口。我不是看你放心，这、哦、好好这边挡住了，这边挡住了。你干嘛屏风拿过去？好好啊，屏风挡这边了。没有，那在角落。因为这个不错啊，因为它是。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件是有弹性的。对。整件布料都是有弹性，裤头到裤脚都有，裤头到裤脚都有。所以如果你是大 L 的，你就加 L 号，刚开始穿会比较合一点点，没关系，它会松。你给它大概3-4个小时，它就会符合你的身形的。裤头最好穿，对。今天的我嘛是爱穿裤头。爱背啦，因为我刚刚只穿一件可遇不可求啊。好啦好啦，公家咧。我常常的话，我嘛是感觉漂亮。好啦好啦，凊彩啦，欢喜就好。欢喜就好啦。人生短短啊。嘿，人生只啊短短，你想要吃什么就去吃，想要创啥你就去创啥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哎、欸，如果你真的生病生很久的人啊，你真的会很能体会这种话，就是人生短短，想吃什么想买什么，就是。没关系啊，对，然后以后没有钱再讨再说啦，再说啦，来创银行嘛，好啦，来哦，我两个拢讲好啊，我负责开车，哎，负责给你笑，然后我就在外面等他，对对对，真的嘿，无啊，我两个爱靠恁搞阮饲呀，哦对啊，我就要靠果粉养我们啊，好，对啊，靠你们了，靠你们了，你是我们的那个甜蛙咖。好，靠你们养我们的，靠你们养我们的，对，拜托你们了。这样裤子真的很好穿，不要啦，什么不要，不要抢劫吗？奎燕我蛮高的，那奎燕你要养我们哦，那我们一起去找奎燕让他养。好好好，然后奎燕说来来来，结果哎、欸、去弄八个人，哎嘉穗
穗，你还在吗？嘉穗，好了，你动作也到德国吧？你们刚才那个话题怎么到一半就没了？没有，我要叫他出来。哎，我要叫他干嘛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唱五月天啊，唱五月天，啊，你在那边唱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你不用出来，不用出来啦，你不用那个啥，不用来这边。有麦吗？不用啊，就需要麦嘛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很好。那你先把音乐关掉。等一下，嘉穗你在吗？要嘉穗在啊，嘉穗你在吗？嘉穗，嘉穗。我已经跟你说你要脱衣服了，我是福利挺出来。啊，可是你要，可是嘉穗不在啊，我讲出来，你要帮我讲一下。嘉穗不在啊，等嘉穗在，嘉穗。哪一家的裤子？这个是新的店家哎，新品牌。对，这个看一下。哎，好嘞，我不要脸没 ？PL2JMEANS 新的店家是，对，这是新的店家。面料超好，而且还没有刷毛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呢。哎呦呀，好，好，来编号，来，一共来，刚好唱到这一首。来，编号是26号哦，26号。哎，它前面图案好可爱哦，它是戴皇冠的一个叫什么？哎，这很像女王风哎，啊，像不像？像不像女王风？风对，也有那一颗头。好，女王头吧？哦，女王头。那个敏敏，你要带颜色哦，你要带25的 M 加一哦。来，编号26号哦，我跟你说，它两个颜色都超好看。是。对，然后前面的图案呢，就是一个抽象图，然后带一个皇冠。对。很像英国的那个什么？王妃。英国的硬币上面的那种图案有没有很像？对，有一点。对，然后粉色是配绿色的图案，然后白色是配红色的图案。来，这一件呢，打折下来是。980，来，它的材质呢是毛巾布料，没有刷毛哦，是毛巾布料。它的胸宽不客气哦，胸宽是55，袖长50，袖宽24，衣长58，可以穿到 XL， 可以穿到 XL 绝对没有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没有刷毛真的很珍贵，对，很珍贵哦。我要不要撤你最珍贵出来哦？好，对，然后你看呢，它是没有肩线的。它是那个很像棒球衣的那种肩线，它是没有肩线，所以呢，任何肩宽都可以，它的袖宽也够，所以如果你是手臂肉肉的人啊，也都可以来穿这一件，然后不会太长，也不会太短，所以呢，它下半身呢要配有造型的裤子，或者是像这种裙子，工装裙，是不是很搭？是不是很搭？来，编号是26号，编号是26号，谢谢葵燕。26白加1，26粉加1，安尼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谢谢大家。下台鞠躬。好，我要先拍照喽。啊，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要穿的话，想要穿的话都可以哦。可以点菜哦。其实像这种衣服真的很好穿呐、啊，也你会很常拿出来穿的衣服。对，有声音。对啊，孙哎，感冒了，感冒了，感冒了啦！感冒用湿湿。对。嗯。现在病毒真的是无所不在。怎么样啊？气死我了！是到底怎么样、啊？气死我了！当隔了晚没有多久感冒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对不对啊？你到底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就很想走。好，来编号是27，好，来编号27，工装裙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才量尺寸，才跟阿玲讲说要买一件这种裙子来穿，因为这种裙子真的，我觉得像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。然后我觉得今年很流行像这种长度的裙子，对，工装裙今年真的很流行，对。然后颜色呢，它有。杏黑绿三个颜色，对，面料呢都是有弹性的哦。对，然后里面没有刷嘛，两边没有刷嘛，对，口袋都可以装东西哦。是，口袋可以装东西。是，来这件编号的是27，哎，我自己拿我出来会不会一样？有出来了，你看这个 Q 一，没有，我把它删掉了。哦，
来编号是27号哦，27号。好便宜哦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1430，可以穿到 XL。腰围呢是32到60，臀55，裤裙84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。它是弹性棉哦，它是有弹性的哦，所以你在活动的时候它是有弹性的，是 OK 的。后面好像有一个开叉。去买川贝枇杷膏加水，让喉咙舒服一点。有效吗？应该有。真的哦，好哦。对，要买无糖的。啊，他有分析有。因为我觉得感冒真的不要再喝甜的，会很渴。哦。嗯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过来了。冰沙。啊？他喝甜的又喝冰沙。啊，今天还喝冰沙哎、欸。因为我不知道我下午他会越来越严重啊。他喝冰沙嘞、欸。我今天还点了一杯94块的水蜜桃冰沙。结果 我听了冰沙风，我一定刮起来。结果我只喝了两口，下午的声音整个就变了、就不能喝。嗯、我的94块飞走了。哎、它是有弹性的。对，有弹性哦。对，它是有弹性。然后后面呢，它还有做一个开叉，所以你在骑车，在要跨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都是很方便的。你在干嘛？你的脚是怎样？可以跨东西啊，就是在调多半，对，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好看哎、欸。现在真的很流行啊，它是属于这种裤子，千万不要喝冰的，多喝温开水。哦，好。我都不爱讲伊，感冒拢淋冰哎，而且它真的是，而且我觉得它的气管真的很好，我觉得阿玲的气管超好。他就算感冒哦，真的感冒哦，可是他其实不太会咳嗽。对，因为他都喝冰的，然后还不会咳嗽，超厉害的。我都觉得他，我说哎、欸，你感冒哎，可淋冰哎，伊讲不要紧啊。他真的很厉害，可是像我感冒，我就是感冒一定会咳嗽的人，所以我就千万我的冰都完全碰不得。嗯，一碰的时候就是腰袖我稍微停。好，那我拍照了。我问你这气了对不对？离气了，没得离气，没得讲嘞。你在陪伴做啊？无咧，阿姐啦。你知道那个 iCash 啊，那一天我去运动啊，然后我开车嘛，然后不是停在旁边，然后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运动的旁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阿迪亚，我在听你讲话哎、欸，你知道那运动旁边那个停车场啊，旁边有那个一条不是一条一根一根的那种柱子，你知道它可以缴停车费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啊，我是怎么来的？对呀、啊，我是说我们在停车的那停车格，然后旁边是有在那个车子的旁边，不是有一根一根的那种柱子，对、啊，它那个柱子是可以缴停车费的、欸，哎，哦，你最近发现了？对，那个很久了，真的吗？很久了，哇，你知道我在那边，我整个哇，然后跟我儿子有没有哇，然后你知道我就用这个 B 哎、欸，就缴了30块哎、欸，那个很久了，是哦，有些新的还可以充电，真的、哦，对，然后我就。那我就本来就有了，对，本来就有了，很久了，谢谢哦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出社会。那我就是这样，哔，哎、欸，他说你已经缴费完成了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哇塞，我们台湾什么时候这么进步啊？我们台湾什么时候这么进步？等我一下，我换一下裤子哦。好、啊，你们大家都知道、哦。乡巴佬。本来就有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不过我还有一个，已经不知道的。我不想开车。我不想开车，但我也不知道。要。他没开那么差。差好。
还要用那个好。好，是我太老跟不上时代。好夸张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好神奇哦、喔！我说哇，都不用跑去 Seven 啊，或者是全家缴那停车费，超方便的。哦，不过幸好不是那个，直接开走了。喂，小东，你应该会直接开走。不是，是我儿子发现的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来看看这个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它上面有写我的车牌、欸。”然后它上面就有教你说要怎么交。怎么那个缴费，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步骤缴，哎，真的可以缴，哎，好酷哦！不要用这个。好，来，再来是我的上衣，编号是28。OK。来，编号28。对，这些很好看，七七八八家的。上次去运河旁边吃牛肉汤也缴过费，真的哦。哎呦喂，阿鲁啊，我住你台南，我都唔知呢。够怂的啦！其实我也很少开车，我超级少开车，车子都先生在开，除非我要载小孩，因为我觉得骑车真的很方便。在我们台南要骑摩托车，开车不合可，真正不合可，你要为了要停那一台车吼，好累哦。所以我喜欢骑摩托车，比较方便。然后那是因为那天载小孩去看医生，所以一定要开车。我还载小孩去健身房哎、欸，两个有没有？好，来，编号是28哦，来，编号28号，来，这一件呢，它有分两个颜色，一样是黑色跟白色，跟上一件我们是不是我们都有买，这边有两个口袋的那一件的版型很像，然后呢，这一件的面料也是跟那件一样，就是上面是棉，然后下面这里是有点那种衬衫棉布料，泡泡布。有点像泡泡布的面料，就是两个材质下去做拼接。然后呢，这里它是有点像是斜车线，这里呢有做一个很像那种夹口袋的盖子而已哦，它没有口袋。然后穿起来是前短后长，后面呢这里一样有他们家的布标，七七八八家的布标。啊呢，来这一件打折下来是还没制定好哦。好，1080。1080，来有口袋哦，两边都有口袋。上一件口袋是坐在外面，这一件的口袋是坐在侧面，两边都有，是坐在侧面。来这边也有口袋，然后后面呢是有盖屁股，然后后面呢它是棉哦，后面是棉，所以你有时候你在坐的时候，坐车啊什么的，后面比较不会皱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是做棉料，真的还不错，好不好？然后有两个颜色，黑色跟白色，你是要困吗？你要不要传到我？不是，我讲话有很无聊吗？你当讲我陪客人来行上班啊？是不很变啦？卖安尼卖安尼，拍水。我有帮你讲话啊，哈，弟啊，我等下我扣钱。所以你要无钱，过来扣钱。扣钱，买我这个已经打的，我们两个身上都剩3000块。不是，他身上剩1000块。然后我剩1000多，然后我身上剩5000，然后我就没关系，我们就要不然我借你2000，一个人3000，然后我们要撑到5号，然后我跟阿林在比说，来，我们两个身上都剩3000哦，到5号开那一天，大家花了谁花了比较多？结果今天本来不是高去红矿，就开300，花300，一共哎我花1000开一样，剩2700，结果人家无三无啦，我好穷哦。没有啦，是懒得去领钱，对，其他进银行，对，懒得去领钱呐、啊，哎呀，对啊，来两个颜色很好看，而且才1080，好不好？薄款，台湾就是要这种薄款。我拍照，好好看哦，这种衣服是要包色啊？没有买广告。真的北北料，我觉得我们做这一道的吼，真的北北料。北北料，太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西隆我们等一下，不是等一下，就是后面哦，我们会来一些现货特价款，
对，所以进来的朋友就不要出去了。白色外套吗？我来穿给你看。进来的朋友就不要出去了，因为我们隔壁啊搬过来这边有没有衣服有点多，所以我们有一些库存，有一些库存，所以要来做一个现货特价。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后面那里全部都是。对，就是那边，就那边一目了然。白色有一点点哎、欸，这样子，我里面是穿白色小可爱，一点点透，一点点，真的一点点而已。就算你其实你不要穿亮色的内衣就好了，就穿比较浅色系，灰色啊，然后比较肤色啊，浅粉啊，浅灰的颜色，其实内衣就看不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是白色哦，白色，白色也很好看，然后后面是有遮屁股哦，好不好？全花这一舞我生过两个，有时候真的对这种屁股会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就是喜欢穿这种后面有点稍微盖屁股，这样你走路才不会觉得人家一直盯着你的屁股看。你要知道我当时穿那条合身的牛仔裤等你，然后我先生就说，哦，你这条牛仔裤这么久了呢？我说是啊，啊，不过，我说怎样，我可以说吗？你就说我可以说吗？我说，说啊，啊，不过那时候穿哦，跟现在穿哦，现在屁股比较下垂一点，我说你是在哭。他就说我这一块，因为穿了合身的牛仔裤，这一块啊，就是有点下垂。我说我在运动啊，我在运动啊。他说那时候就是生小孩之前跟现在的屁股真的有差。我废话，我已经生两个了呢，然后我还几岁了啊？四十几岁了，屁股谁屁股不会下垂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无礼貌。我都没讲。好，拍照。你晒遐尔点冲啊？我开场你讲。我都好。你是不是？你是。弄空气哦。空气嘛，你刚刚做错空气的了吧？我没有办法跟你打比赛，我只能想跟你交流而已。哦、那也可以，够了，够了。好。你要不最近唱独角戏呢？好。好啦好啦，反正我今天要搞位。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。来，这个是录音带，他们家的。来，这一件呢跟昨天那件有什么不一样？很像，可是它比较深，有没有？昨天那件比较浅，然后这一件它比较深蓝，它真的比较深蓝，它就是冬天的颜色，没有刷毛哦。然后一样哦，它的裤脚就是一样做这种不收边，今年好像很多这种裤子都这样哎、欸，都这样啊。嘿啊，你是变大车嘛？一条要加贵的货啊哈。像它的裤脚就是做那种不收边的，就是不收边，然后有点虚虚的，对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1540，版型我看看，我觉得有点偏小，因为我现在穿 M 号，我现在穿 M 号，我觉得版型有一点点偏小，你们可以放大一个尺寸啦，这样穿比较会比较舒服啦。然后它就是一样分 S、M、L、XL 四段，整个面料也都是有弹性，整个面料都是有弹性，然后它裤头里面一样一整圈都是 Q 短。一整圈都是松紧带，真的也好穿，好不好？很好穿。然后它的屁股这里啊，有一只猫，猫，这里有一只黑色的猫，这里有绣一只黑色的猫，绣在布料上面的。然后这口袋是可以用的，两个口袋，没有刷毛哦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屁股，就是它的口袋的位置也很 OK。然后这里的刷破呢是自然的刷破，它不是真破，就是稍微这样子抓破而已。非常棒！我今麦很流血啦，啊，去卡拉我一个人的声。好了，你们跟我聊天好不好？没有人要跟我聊天呐、啊，阿玲声音又不行，然后小帮手又很安静，啊，问题阿迪亚嘛不好聊。我这样快睡着了。我加出来这样。加税又跌吗？加税？加税不在哦。差点破音。嘉穗如果在，他就要出来唱歌了。对，你要、欸、你中间要再提醒我一下，呼喊嘉穗一下。嘉穗，嘉穗，六点有嘉穗。嘉穗，嘉穗，嘉穗，我把他禁了。啊，开玩笑的。你把他什么？禁语。你看啊，嘉穗，开玩笑的。嘉穗你在吗？嘉穗，我叫嘉穗。好来。
身体脏光了，没处理啊。对，我刚刚应该是这样。有，我觉得跟你当人讲真的，啊、我觉得有准呢、欸。啊，不，你看这中间，这中间，中间，你好外水水小，有较好吗？你好外麻雀水。我说这是跟上次出去到现在也已经一个月了，他从这一个月里面都没有怎么样。真的真的，你看要出去的前三天，对，你嘞？对。我真正哦，我真正给我拍牌，我真正给我拍。哎、欸，咩？我阿锤，咩？呸呸呸！我真正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要去。不要去。不要去你。对啊。不要去。我们去便当店切菜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！便当店切菜是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不是、啊，我不是。你好好讲话。我没有这个意思哦。你这样子，人家会乱想。如果上面有人便当店在切菜了，怎么办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哦。对，哎、欸，你好好讲话、啊，便当店切菜怎么？如果哎、欸，人我你看到开便当店，人赚足多呢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嗯啊。啊，以后咱来卖便当啦。可以啊，只是我不会煮。啊、我也不会煮，我们要请中破塞来煮。对。你可以卖韩国泡面。好、啊。我可以煮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开一间。你的 idea 不错，泡面我很会煮。我就真的只会煮泡面。那我们就开一间韩国泡面。韩国泡面。哎，对。然后。完了。怎样？泡面怎么了？很辣啊！没有没有，很辣啊！没事啦。你哥几个？呀，下一位你话别出来。我在公司问帮你，我等一下出来救你。大家不好意思，先收拾一下我的声音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啊。他两个不要笑。我没有笑啊。我没有笑啊。你那个嘴巴是。哪有啊？想太多了。好啦，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唐老要出来再讲话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对吧？来，变到了，来到了三十号。赞哦，三十号。编号来到了三十号，然后是七七八八他们家的。来，你看这件非常有特色的哦。啊，不要勉强啊！你等一下呢，云啊，不要勉强啊。没关系啊，你不要这样啊！我们真的是被这个，我觉得真的还蛮衰小的，真的很衰小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那一天去就是去染头发，然后那个跟我妈有认识，她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听说你登革热。”我说：“对对对，我登革热。”啊？怎么？没有，就染头发那个就跟我说，他问我说：“对，我听你妈说你登革热哦。”哎呦，看安尼啦，蛮可怕诶！哦哦，迄、那个啊，哦，讲看安尼啦，我讲我嘛唔知够水小诶，就是。然后，伊讲，啊，你唔是顶家较确诊第一代吗？我讲对啊，啊，唔知为虾米一大。麻雀够水。我的，对，你那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今天开始声音就是变很严重，感冒了。可是喉咙不会痛。喉咙不会痛，可是声音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。然后有我有去看医生了，我跟医生说，我下个礼拜要出国。真的，然后有说哈，你会出国？还有说哈，你上次也是来，你上次登革热不是也去要出国吗？说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伊说啊，你看起来不行，被出国之前的事。对，所以我很怕被你上面说中哎、欸。就是因为生太悲情，太悲情，我给，是不是？我给得到来吃吃嘞。身体在外面出国啊，有无、嗯？就是那种脑下什么呀？那个、就是、分泌物。对，脑下分泌物。分泌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什么啦，脑什么？脑下分泌什么会啊？不是有一个形容词吗？就是它会自你的那个里面就会跟你说啊，你要出国了，就是开始。就赶快病毒赶快出来。干啥呢？哇塞！不要，才不要去呸，不是讲的安尼好无？那我没醒啊。不要出国了，门开。便当店没有没有，你买个跟便当店可以开一间三妈臭臭锅，还不错。对，你买个跟大姐可以开一间三妈臭臭锅，还不错。这样评审适合我们呢、欸，还不错。真的三个妈妈啊，对啊，哦，三妈臭臭锅，对，要去加盟哎、欸。下午跟你讲电话，还不用煮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要煮吗？料不用吧，就给料放一放而已，那个煮客人煮而已啊。对啊，要煮啊，你就煮一下，你就切菜，然后丢进那个锅子里面就好了。哦
因为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型了吗？我下午哈那时候还没有，我下午的声音就还好。我们现在要转型了吗？好像是三点多开始，我觉得好像三点多开始声音就是开始变了，变得像鸭子来了。然后就跟阿宇说惨了，烦死了，怎么会又烧瞎啦？我这怎么直播嘞？像我跟你讲电话也没吐沙子那里啊。对对，一系之间，一系之间啊。对啊。好，来上衣来，它是算外套哦。然后呢，你要当成上衣穿也可以，它穿起来是非常有型的哦。你知道我看到这一件，我好想买哦，好喜欢哦，因为它真的好有设计感。它穿起来真的是一件很有型的外套，然后你要当上衣穿也可以，你把它整个扣起来呢，它穿起来是前短后长。它这件超级有型的衬衫，真的，如燕，今天要剪到这合款，就好。对，然后够 Q 劲，对，它侧面还有这样子 Q 劲，哎，你没有看过这种衬衫，侧面还会给你做这样吗？衬衫哦，啊，外套。衬衫外套，你们有看过这种衬衫外套旁边还会给你做这样吗？很少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后面呢还有做一个大口袋，这个口袋是真的可以放哦，可是你的手应该拿不到。对啊，我有时间啊。是真的口袋。对。然后旁边呢，来，这边还没讲完，这边呢还有一个七七八八的布标，侧面这里还有一个七七八八的布标，前面的口袋呢是做那种方形口袋，够喝款。是，之前真没看手机入围那个男的。有那么严重啊？有沙成那样哦，这样听起来听起来像一个男人，是啊，欸，你是男人哦，男人不算，人家那个男装换女人，男装吗？二九的那个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不能，我可以出声音的，哦，来，它颜色两个颜色都超好看，就是蓝色跟黑色，对。而且它的黑啊是有点上面有点刷白的黑，不是整件哦噜噜哦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的后面还是有点刷白。很好看，这一款来可以穿到 XL 哈。是，来这件的编号是二，哦，三十，三十，给我看你，来编号三十号哦，编号三十号，喜欢的来打三十，蓝加一三十，黑加一，是，来这件打折下来是1670，是，胸宽70，袖长54，袖宽26，衣长前面54，后面70，啊嘞。两个色，何况，但我给他去用筷子，昨天以前跟我比啊，你发烧呢？我啊，我发烧。嘿啊，然后你打电话讲你发烧，我啊没办法，哎呦喂啊！37.7，我天啊，发烧，我的拉肚子，发烧。一个闹塞啊，两个小，一个闹塞拉肚子拉水啊。拉了3次，叫我从我家里带那个无他伞来，然后结果回去自己量耳温，这样，哦，我马上36.9，你可以去把扛棒拆掉吗？对，我现在也2圈，今天好，是啊，还好有祖国前确诊，哎呀，我上次2缺，是啊，安哥你的声音还 OK 啊，我给他和你通电话，你 OK 呢？原来呢？我也2缺了啦，2缺过了啦，还要拍照喽，什么小回了？现在的病毒真的是哈，真的没完没了。好，可是我觉得2缺啊，没有到1缺那么难过，欸。哦，1缺真的很痛苦，欸。对啊，2缺还好，欸，我都还吃得下去。我确诊的时候要死，我真正困啊困未起啦。对啊。生不如死。好，我二缺的时候，缺什么缺？我二缺的时候都吃得下去，便当都吃光光，欸，嗯，对，就还好。我当然是天选之人。对啊，然后台湾文编呐，再精选的，精选中的精选。对啊，他们真的很强。妹妹也是啊，妹妹也没有确诊过啊，确定？不确定的这样。他是不确定不出来。我验不出来。他是不确定的有没有确诊？不确定的有没有确诊？不确定，对，不确定，自己不知道有没有中。对啊，欸，我觉得这件穿起来很好看，这件真的，哦，是哟，哦，也把它，我看到之前了，哎，欸，它穿起来很好看，对对，就很蛮可爱。好，来下一件裤子，啊，是裤子，对，是裤子。来，编号是31号，来裤子，编号31。
来，这件铺棉的呀、啊，铺棉的呀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二雀比较有抵抗力，所以症状都不太对啊，真的呢，真的都不严重。来铺棉的咯，而且他二雀的时候刚好是在生日前一天。对，对，然后呢，又吃不到蛋糕，然后他们去吃什么？黑毛屋要庆祝我们的生日，结果我吃不到。然后你知道吗？生日当天，我自己我说真的，我在家里面在那边哭，因为我先生又不能跟他们睡在一起，只能睡在隔壁间。然后他去买了85°C，我买85°C，然后只能不能一起唱歌，有没有？只能就是在另外房间，有没有在那边？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然后就这边哭了，气死我了。这什么病毒啦？烦哦！被这病毒气死了。还好有吃回来。有，我们去吃。我们去那些叫什么？一样黑毛屋有吃回来的。有啦，我头给我个暴力啊！暴鬼！来编号31号哦，来铺棉的裤子一样是7788加的，对，然后只有一个色，咖啡色，这件很好看，对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腰围是35到60，臀64，大腿37，小腿24，裤长86，没有弹性，可是它做的就是够大，其实是就算没有弹性 XL 也是可以穿的，很保暖，对，然后它前面就是两个大口袋，是超级好放东西的。都不会不见，对。然后它侧面呢，一样有一个7788的布标，对。然后后面来卡称有单边的一个大口袋，跟前面一样的口袋。对，它口袋其实都做的蛮大的，就是它这件裤子的特色。然后铺棉的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因为它铺棉，可是因为它宽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是铺棉裤，对。你不会让你觉得真的很热，对。如果是铺棉，然后是合身的，哦，黑的人家做修啊，可是它是铺棉，可是它是做宽的，所以呢，不会让你觉得很闷又很热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对。阿林，你老公好暖哦。嗯。对啊。对。他是个暖男。暖男。暖男啊，说真的，我先生真的不错啦，因为他的个性，我觉得像登革热，我不是在那个急诊室吗？他就是都会扶着我去厕所，帮我脱裤子，就是他会都会帮我做一些这种事情，就觉得很感动。我觉得很少有先生可能会做到这样，可是我觉得阿敏的先生也是那种很暖男，暖男，对，就是软绵绵的男，我只不知道有多暖。歪了，我不知道了，这种要问你才知道，我很久没用了，我也不太知道，又歪掉了，调整，谢谢 SU， 这件裤子穿起来真的很好看，你收到不会后悔，因为你说有点黄了，好，我们把它变红一下好了。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好看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很适合就是你要出国或是住北部的人，好，就是你住那种北部的人，就是或是山上，或是你今天要出国，非常适合，而且它真的很好穿，它里面刷毛，然后外面是衬衫棉，真的很舒服。还有不要再讲话了，啊，不要讲话，对，我要养我的喉咙嘛，北部对。北部真的很需要，因为北部开始在降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北部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一定要来买这一件，这一件真的很好看。怎么选到这款男人？对啊，就是那丁西郎小喝香有无？然后我就甲阿文讲，你看有丁西郎，哎，搁丁西郎有无？真正烧着，真正足好的香有无？烧着檀香啊！我被麦克讲要吐。我说真的，阿允的先生真的很好。我要吐了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发誓，我们里面超喜欢他先生的，过来，里面哦，好，里面是这样，就是里面刷毛哦，里面刷毛，对，哎，不是铺面哦，那为什么他们讲铺面呢？刷毛啦，哎，你啊，花姐，里面是刷毛哦，他毛纠正几嘞？我恭喜你列辛苦，我从刚才都讲铺面。我没有用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跟正一下，刷毛哦，它是刷毛，它是刷毛的，而且非常保暖。那个真的很，品名也打错，你打错了吗？品名是铺棉老爷裤，谁写铺棉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我、啊？真的很好看，我好喜欢哦。
好喜欢、啊。对，它是刷毛刷毛，还穿是刷毛。然后这件衣服我也好喜欢，什么？好好看。哎、欸、，sorry 哦，刚刚讲铺棉，不好意思，对它那个品名也不对的。再改一下。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啊。对。没关系啊，好了，现在讲就好了。知道啊、对，它是刷毛刷毛，因为现在看着很像铺棉裤啊。对啊，其实它是刷毛。对，好好看哦。OK。做我的裤子嘛，真的有毛都好，有毛都好，对对对。是是是。SU 真的有毛都好，就很保暖。有毛都好。对对对。啊？OK。好。再来是上衣，好啊好啊，我看你啊，好，再来是上衣，三个色，哪一个色？哎，嗯，继续吧，好，等一下你去换个裤子，哎呦，我被惊死，我妈妈刚刚闹喵喵，你喵喵都不啊，我好害怕、哦。欸、你知道吗？我八月初那时候就是一直重复感冒，我去是不是一直看那个感冒，然后是不是中间还咳到肺发炎？你知道我现在演变成什么吗？演变成过敏呢、欸，过敏，想不到吧？过敏，因为白天哦就不太会咳，如果你们症状有跟我一样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过敏。白天其实不太会咳，可是我现在又咳了。白天真的不太会咳，晚上要晚上呢要睡觉的时候很夸张，咳不停，对，真的是咳不停的，咳到眼睛都快要凸出来。然后你知道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我是过敏，我还不相信哎、欸。他说他就拿了一个鼻水倒流的那个的单子，单子，然后给我看，哎、欸，症状都一样哎、欸，鼻水倒流，真的是鼻水倒流，让我咳嗽咳不停。所以我现在晚上都要吃过敏药，我现在晚上都要吃过敏药。好，来，再来是上衣，来，这件上衣有三个颜色，真的好好看。好，来三个颜色。上衣，这件你们真的要买，真的好好看。然后颜色呢，就是有杏色，有杏色咖啡跟蓝色。哦、这杏色也好好看哦，还叫蓝色，蓝色也不错，蓝色就是配牛仔裤，浅色的牛仔裤啊。蓝色配的应该是宽裤啊，嗯，哈、嗯，好好看哦，嗯，而且它面料好好，它是 QQ 棉 ，QQ 棉哦，真的，三二包加一，它是一个，我跟你说 ，QQ 棉这一件你们真的要加，因为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它的板子，然后它下摆有没有？它是有包边，是，它所以它会哦，它是哦的感觉有没有？然后后面也是这样，是，好好看哦，真的，我也要买，好。来，这件呢打折下来是890，好便宜哦。然后呢，它的胸宽是59，袖长56，袖宽26，衣长前面56，后面63。它是没有肩线的，它很像也是那种棒球衣的概念。可以穿到菜喽。对，然后前面有做这种口袋，面料粉真的很好哦，面料很棉，很面料超好，而且重点是很适合台湾穿，它没有刷毛。是，对。然后有三个颜色哦，有三个颜色超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打包加一就对了，你们真的不会后悔，真的不会后悔。哎、欸，我们选的那种衣服的料子真的都很好，对，你们收到就知道。没有白金好不好？重点是你看哦，它的那个领口，它的领口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下摆这里，它整个都有包边到，真的很好看。这一件你们真的要加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是比较喜欢这两个颜色。老板门关起来，啊，从这边下班了。我们那靠边呐。这边呢？笑死！我觉得如果你要选的话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比较特别。然后蓝色的话呢，你就是下半身可以配牛仔裤，或是配格子裤、啊、都可以。我们在楼上直播啦。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你洗手了哦，拍水拍水。哦，好哦，好啊，我明天放假。没有没有，明天放假、啊、没关系，你就放店里就好。我礼拜一再来。跟你说这一件真的很好看。对，礼拜一有。它的版型。哦、好啊好啊好啊。你看它的版型。礼拜一等你啊。就是它很适合配下半身，配宽裤、牛仔裤都可以。不是水洗的 ，SU 它不是水洗哦，它是棉而已，它就是杏色的，然后这是深蓝色的，然后我身上这个就是咖啡色，它没有水洗的颜色。
它就是棉，它没有水洗色，没有水洗色这样子。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很好搭配。它前面就是短版，然后后面就是有点长，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。对，然后喜欢的赶快加一、哦，赶快加，赶快加。水洗色不是，它不是水洗色、啊。你水洗色、啊？不是啊，哦、我调工料啊。对，我调工、欸。我想，水洗色。好。OK。后面不用吗？对，后面素面的。背心加吗？这是背心加吗？不是，它是那个这个 B 什么啊？这家的。对，这间他们也都是做棉 T。对，都是做棉 T 的，所以这件你们真的可以了解到800多，对不对？对，890。超便宜。袖子很长吗？长啊。袖子长哦。然后我边给你看。这样子，我放下来，袖子就是这样。有没有长？它算长啊。长。我觉得它算长吧。哎。然后袖子一样都有做包边，都有做包边，而且你可以把它稍微折一下。折起来。对。很好看。啊。No, 跟你说，就是职业伤害，一穿就很想买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来，再来是短裤。裤，来，短裤有两个颜色。短裤有两个颜色。来，一个是白，一个是咖嘛。嗯。白咖，对，白跟咖吗？短裤吗？对。短裤的部分，咖跟白。对，咖白。我身上穿的是咖啡色，然后这个是白色，然后它的材质就是细绒的材质，我们之前有卖过，是，就是赶快去跟 A 了。就去年好像也有卖过，有素面的跟格子的，嗯、啊，我们都有卖，我们都有卖，然后这个都是可以穿到XL号的，细绒的，它表面是细绒，然后里面没有刷毛，是，对，所以这个喜欢你们都可以加一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穿。我的牛仔裤很显瘦哈、啊，要买小 B， 真的要买。我觉得这两天的裤子也都很强哎、欸，这两天的裤子版型都很强，真的都很好看。它的弹性真的很大，这个是 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帮我捏一下尺寸。来珊珊哦，珊珊，珊珊那边出来。等一下，好。珊珊她还没来啊，珊珊来取啊，珊珊她又来取了。编号珊珊两个颜色哦，咖啡跟白色。然后我跟你说格纹啊，真的就是基本款，很好搭。来这件跟上衣一样哎、欸，890，像老婆那样。来都一样890块，腰围呢是33到58。有弹性筒？有，臀58，大腿33，然后裤长40，可以再看一下吗？看哪一下？可以看。小 B 要看哪一件？你的牛仔裤。我的牛仔裤有是哪一件？你要看合身的还是宽裤呢？对。我昨天整理长裤都是奇异果的 ，Very good， 桂芳，安内的对吧？对啊，真的。我们家的衣服也都奇异果的，因为都是我们自己挑的、啊。我们家的衣服也都奇异果的啊，都没去有白金，都没有白金的，拢是全是奇异果的，都没去有别人谈呐。好、哦。好啊，你们喜欢都可以自己加。喜欢自己加哦，先生加也有抽购物金哦。好，哦，我老公我老喵喵啊，好可怕！啊，你后礼拜刚出来，都拖到个白眼皮。我是不是应该先把那个机票先演啊？嗯哼哼，好的。哎呦喂、啊！我姐姐过敏，我是过敏，我是过敏，拜托。戴着，鞋子戴着。嗯。哎、欸，我自己也很害怕。我两个病毒。两个病毒，还有我的上衣，来编号是37，来颜色有黑跟白，黑色跟白色。小 B 说，昨天很好运，昨天在家里一套就中了200。小 B， 但是因为我昨天生意不太好。哎、欸，你这件有弹性吗？虚线这件。有。小 B 就说我们昨天很好中啊，我昨天生意很差哎、欸，你让我讲那么白
吗？刚小 B 的时候看的。对，小 B， 你要合的吗？就这一件喽。这一件跟昨天那一件，你要显瘦的话就这一件，因为它这一件的颜色比较深，然后昨天那一件的刷色比较浅，比较复古色，两个颜色是不一样。然后我觉得呢，版型很像。版型很像，好不好？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。我也很久没中了，好啦，那你中啊，你中我也很开心。可以的。来，我身上这一款是这一个牌子的，然后呢，它的面料是有一点点很像莱卡面料，就是摸起来有点像冰冰凉凉，冰冰又凉凉。然后这一件呢，我跟你说，它是有造型的上衣哦，好不好？它是有造型的上衣，美妮三二卡改件，改三二卡件可以。那你帮我重打你的旧的呢，它就会。他自己都会不见哈，旧的他就不见了。哦，不是自己自动会不见了，我小帮手会帮你删掉。我们小帮手会帮你删掉。好，来，我这一件呢，它的特色看白色的，它的下摆这里有没有？它是做这样不规则的剪裁，然后这里有这种手工缝线，这里有手工缝线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件很有设计感的上衣，然后这里呢有两颗大的扣子。很大的扣子有没有？有看到吧？看到了。后面就竖面，后面呢？这里它是做宽版的，宽版的接，就是后面是接宽版的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，我现在穿的是黑色。然后呢，有两个颜色，就是基本色，他们家就是黑白黑白的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1180，胸宽呢是63，然后袖长54，袖宽23，衣长60。可以穿到 XL 哦，整件 QQ 弹弹有弹性哦，好不好？很好穿，然后手袖呢也非常的够长。我给它包回包，我外领巾呢，包互相去握手手，我的手。OK 啊，那我拍照了。也可以不要你，嘿嘿嘿，我在学鸭子，有吗？像吗？你在你说我吗？鸭子是没有，我唐老鸭嘞。我这是三七吗？老板可以给个包售价吗？这一件吗？这个已经很便宜了。是这一件吗 ？SU， 你是说哪一件？哪一件包售价？上面那一件还是这一件呢？三七包售价吗？我说你刚才问我号码。没有打你哦。好好好。就等一下，所以有没有啊？包色价、啊、有没有啊？是三七吗？对啊，三七啊。对啊，三七啊。啊，跟你说，人家要求了就要吧，好吗？来啦，老板，不是阿迪亚，多少啦、啊？你决定啊。我决定。我现在在打字，很忙呢。我决定。我决定。计算机借我一下。对。用个好听的整数，好听的整数啊，好听的整数，安尼想这样吧，安尼想这样吧，安尼阿迪亚会，没有说两件加起来，会套，会套，两件加起来，我再算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哎呦，我不敢乱算呢，我上次有一件算错了，要不然就没戏，那个 SU 25的 N 尺寸，男装啊。25的 M 尺寸不能赚到 M 尾，那所以可以恢复价钱的呀、就是算便宜，结果没卖，笑死！有时候就是计算机会按错，然后当下很兴奋，有没有？就是会忘了加运费，或者是忘了加什么？好啦，这个一件就1150啊，包设价1150，可以吧？因为这是1180嘛，包设哦，包设1150，然后两件就是便宜60块，好不好？便宜60块。来，我刚才有看到问题。有，我刚才回答他了。好，要拿好。SU， 你今天好棒哦！你今天怎么这么棒啊 ？SU， 你好棒棒，屁股闪亮亮，嫁给诸葛亮。诸葛亮，25M 可以穿到 L 号吗？你刚才有回的哈？有。不行，对啊，他要穿 L 啦，就你就 L， 就拿 L， 他你这件吗？不是，
说二五。哦。哦，不行，那版型正常。对呀、啊，版型正常。好，下一款。啊，我今天要请啊，今天要请，我等你玩好，你玩不掉，我安利先会掉这个汤嘞。我的学习不错。哎，点点点。我看我的眉头这里。来下一款，我们后面会有 special 哦。啊，加税你有来吧，加税。没有，再配套背心，这一半会，这一半背心会，还是请抢上衣啊？你其实应该请网红吧？二五对，二五是牛仔裤。来，再来是我的上衣，编号是，来编号是38，来编号是38号。来这一件呢，面料也超好，很弹，弹性很弹，对，很弹。来编号38，来这件的颜色是黑色，黑灰，黑灰两个颜色，黑跟灰，整件超 Q 弹，它的面料是高级面哦，它是有点很像那种太空面，然后薄款的太空面，然后棉的成分比较多，它穿起来它不会放大。来编号38，这件很便宜哦，来打折下来是1080。肩宽41，胸宽52，袖长55，袖宽22，衣长呢前面54，后面59。XL 要穿可以，可是就是合身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建议最完美的尺寸就是可能穿到 L 号才会有点微松的感觉，会比较好看。然后它的下摆呢是做这样子不规则的，有没有？前面比较短，然后后面比较长，前面比较短，后面比较长。然后这个灰色也很好看。如果你想要显瘦的话，就是黑色，两个颜色，38灰，38黑。然后它前面的英文字啊是这样子，整个是刺绣刺在面料上面的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方形的英文字，整个面料都是 QQ 绵绵弹弹的，就是面料超好，真的面料真的很好。38号的灰，38号的黑，这样子两个色。基本色两个色，没有选色障碍吧？这个很好选，这个没有选色障碍，很好选。好嘞 ，OK 哦。那喜欢的就自己加嘿，喜欢的就自己加哦。而且你看到手袖真的都很够长。我觉得今年吼韩国好像有改变哎，以前的那个韩国的衣服啊、裤子啊，真的都好短哦，衣服也很短。嗯，然后衣服也都很短，真的以前在穿衣服的时候。每一件几乎都是到这样，我穿起来几乎都到这样。然后今年啊的手袖啊，真的都做得很够，好不好？今年的手袖是真的就是长袖给你的，没让你掉掉，好不好 ？OK 哦，这样子两个颜色，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可以点菜哦，可以换，好不好？可以换。OK， 那我换拍照。你看今天的黑色上。好了，换下一款。来，下一款是 Become 的。来 ，Become 的，两个色，两个颜色，灰跟 Become 黑，灰色跟黑色，两个颜色啊。来，它里面是那种毛巾布料，毛巾布没有刷毛的。嗯。然后它的帽子是做那种防风的材质，它帽子是防风的材质哦。可以抽绳，帽子是做造型的、啊，我觉得帽子就是做造型。它帽子挺挺的，不会牢牢。它的帽子是挺的，来两个颜色，它的肩宽是40，胸宽55，袖长60，然后袖宽25，衣长63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然后面料是毛巾布料。然后它的帽子啊是那种有点滑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滑面的面料。然后它的帽子一样是做两层，你看就是给杰给狼，你干嘛拿成这样啊？你可以自然一点吗？我干嘛？我要表达的是它很挺，哇，真的很挺。
你顶到好像拿你朋友哎、欸，就是你在后面一点吗？就是拿的那种感觉，很像你牵了一个人，超像。你比喻我。来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我跟你说，他没有刷帽哦，他没有刷帽，而且我觉得他单穿就很好看了。对，两个颜色，而且他的帽子还有配色，都还不是用同色系的，所以他是算还蛮亮的一件帽 T。对，可以补充一下吗？帽 T， 对。非常，非常。怎样啊？要怎样啊？非常适合这种天气穿，非常适合，真的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，因为没有刷毛。他帮我翻译了。对，其实我们台湾的天气真的刷毛穿不到几次，就寒流那几天。对、啊。然后刷毛真的是出国在穿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刷毛的真的都很珍贵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下一次我们去韩国，我觉得就很难挑衣服哎、欸。因为刷毛啊、针织啊、毛衣啊，真的一堆，真的一堆，全部都是啊。对，真的一堆，所以你们这个没有刷毛的，拜托把握一下好不好？把握一下。那我先拍照了。对，我刚刚去搞妆喝啊。这个，当然哦。对，已经讲到，嘴角都是泼。对啊。好。好，好，你们要帮我们分享啊！我们现在人数不行嘞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公开分享？我们只要去韩国才会人多啊，在台湾为什么这样？不行这样啊！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在那边吧？对呀、哦，对啊，我们在撸来撸拜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衣服也是韩国进回来的啊，啊不是都一样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来，再来是背心 ，Hako 家的背心，对吧？对 ，Hako 家的背心，这件背心好可爱哟、哦。其实这件背心上次去，他那个老板娘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新款，我讲哦，因为太多了啦，啊，所以不要就没有播啦，我们就没有播，哦、因为太多了。大姐又进回来，哎，大姐又进回来。来背心哦，背心两个颜色，有红跟什么色？黄吧，黄，红色跟黄色，来，红色跟黄色，这件背心，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台湾呢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它是像这种的是，叫做棉质外套，有无？这种，叫这种棉质外套啊，就是很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有袖子，一个没袖子，它就是一件很方便的背心，然后很方便的外套，对，对好穿，真的很好穿，像这种背心都是好穿的，然后一样是薄，算薄款的毛巾，只要850哎，好秀啊、哦，超便宜，对呀、啊，就给小高送掉，有可能。来，薄款的毛巾布料，薄款的毛巾布料。来，圣诞节过年快到了，对，就是可以买这红色，红色都可以，可以来一件红色，真的可以来一件红色。衣橱里面也要有一两件、两三件红色的衣服。有时候圣诞节啊、过年啊，是不是可以拿来配衣服用，好不好？来这件，肩宽，靠边，肩宽41。胸那有那个弧相去了吧？胸宽58，袖宽25，衣长57，一样可以穿到 XL 哈、嗯，一样可以穿到 XL 哈。然后前面有两个小口袋，然后它如果整个扣起来的话，它是有点那种 V 字领的领口，对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看看后面，哦，你看它是不是配那个帽子很适合啊？对啊。真的哎、欸，因为啊，像这种背心啊，有时候你没有帽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边，因为人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驼背，你都会觉得这两块会鼓鼓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哦，它配了这一件啊，它就把缺点遮住了，然后穿起来又很有层次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哦，我怎么讲的这么好啊？你可以诚恳一点吗？好，非常好，那我拍照了。寂寞，好，你口味还是你起来乖乖。寂寞，你是糖果一样。对，红色拿开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来再来一款。哦、我们最近东西带的裤子有点多。嗯，对。
音带的古巴口，这件很好穿哎、欸嗯，然后觉得它长度很适合我，可能对你太短了，可是对我刚刚在量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很短了。对啊，它、啊、可是对我刚好。这件很好看哎、欸，它前面很漂亮，而且对，而且本来是掉 M 号有没有？对，然后我又去换了 S 号，因为它 M。对啊，它版型就正常啊，我觉得它版型就正常。对，然后觉得它的前面这边好漂亮啊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刷色也比较偏比较复古一点点，它前面是刷黄色的，我喜欢刷这种黄色，刷有点仿旧黄黄的颜色最好看。来，后面呢还有一个小爱心，一颗心送给你。对，它有一个补丁啦、啊、补丁的爱心。对，来，尺寸版型是正常的哦。来，编号是36。这灯泡吗？爱心吧。爱心呢？我看一下，这灯泡、哦。口袋袖灯泡对吗？灯泡，哦，对对对，它外面是灯泡，然后里面是一个爱心，它外面是一个灯，你看不出来，因为灯泡是黑色的，它外面是绣一个灯泡的图案，然后里面一个爱心，对，来，它版型好好看哦，对，它穿起来真的很好看，我说真的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说真的啊，我也觉得真的，怎么了？干嘛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，我很诚恳吧。对，来，这件多少钱？1640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1640哦。然后呢，尺寸正常，一样有分 S、M、L、XL 四段 ，S、M、L、XL。对，好好看哦。它是我的裤子哎，我都会穿这种裤子。很好看。要买，要买。如果我们。这个礼拜去，我们两个都超像，可能要叫他播。自己讲，对，我穿他讲。哦，我们穿，按你讲。可以啊。对，声音真的是。我觉得他就是不是那种很合身的那种牛仔，有点像微松。对，微松。对，微松微松，里面有松紧带吗？没有，它整个是没有松紧。它里面没有松紧带，可是呢，它版型正常哦，你就是照着你自己的尺寸拿就对了。我穿 S， 它还是松松的，因为它版型我觉得有点偏大一点点。可是你如果穿 S， 你就拿 S 就好了，真的很好穿。然后这个也都是很像我在穿的裤子，是这种我就会很喜欢。是的，因为它下面没有虚虚，它就是长度也比较刚好，比较适合160公分穿的。对，有 没有，我也是160。哎，啊没有，你的脚100哎，我的脚才70哎，对不对？它版型真的很好看，重点它没有刷嘛。然后呢，它的长度刚刚好，我超喜欢。重点是它颜色刷色超好看，好看。然后一件只要160多，1640。对，然后尺寸正常哦，尺寸正常有四段，有 S、M、L、XL。那你们喜欢就可以自己加，加起来哦， okay? 各位， okay? 把握一下嘿。而且没有刷毛呢，没有刷毛吧？没有啊，没有讲一下有？没有没有，没有刷毛哎。欸、真的很好看欸，对啊，而且很好看，嗯，好，就很顺啊，对，超顺的，然后不大也不小，就超顺，对啊，然后好好穿的，很顺身，就是、穿的裤子、嗯、里面有松紧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里面没有松紧哦，里面没有松紧。帽 T 是哪一家的 ？Bcom 家的，好了，帽 T 是 Bcom 家的 ，Bcom，Yes， 好，好看，不看好不好？拿去的，我的粉色，好看，这裤子很好看。来，这个是我们都有买的外套。来，这件外套呢，应该不陌生吧？其实它去年呢就有出过了。其实这件外套去年就有出过了。然后呢，阿林他是包两色，然后我是买蓝色，我是买蓝色，它有两个颜色哦。来，它袖子呢很特别，它是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可以让你扣这一个，又扣这一个，然后你可以稍微扣紧一点，然后下去反折都可以。这件呢，绝对可以穿到 XL 甚至 2L 都可以。面料呢，就是防风的面料，然后是风衣家的。上次有去直播那一间风衣家的面，风衣家的款式。然后来哦，它还有一个蓝色，还有一个蓝色，你有买齁？我也有买。啊，你包色，然后我是买这个颜色。其实它真的很好穿，而且呢，如果你是穿很常穿合身
啊，你给儿子穿哦，可以啊，这个其实男生也可以穿呢、欸。其实他男女生都可以穿，因为其实他是算蛮大件的一件风衣的外套，所以我觉得他是算比较中性一点，男生也可以穿。像这一件啊，我就是如果去运动的话，我是不是都会穿比较合身的那一种运动的内搭裤？然后我这个外面我就会当成就是外套这样子穿，屁股比较不会被人家看到。来，这件呢打折下来是，哇塞！2710，改一下价钱，1690就好了。来，哦、这件只要2690，我刚才说1690哎、欸，吓死我的妈！你们要讲一下，要不然我会那个，我跟你说站在这边会有一点迷茫。2690哦，2690，来，直接在下杀2690给你们。绿色也好看，我是不是应该再买一个绿色啊？来，整个拉链呢拉起来呢，它是有这样子立领，有没有？整个拉起来它是这样子立领，好看。然后扣子扣起来，它是这样子双面的哦，它是这样双面扣起来，这样子。然后帽子呢有抽绳，然后它帽子这里呢，它还有做这种皮标。有这种皮标啊？去年是多少钱呢、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、欸，应该差不多。已经忘记去年卖多少了。然后有帽子，而且你看的话，帽子戴起来很刚好，就是不会太大，然后也不会太小。我们今年卖的会比去年便宜，因为去年的话价格汇率没有，就是我们今年定价比去年便宜很多。哦，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对，那今年要买比较好，划算、欸、真的啊。哦。那如果你去年只买一个颜色的话，你今年一定要再买一个颜色来平分一下，对不对？有口袋哦，然后前短后长，后面是有遮屁股的，然后两层厚薄度呢，我觉得像这样的厚薄度就很适合台湾了，两层哦，有两层这样子，两层滑面布料，好穿，它真的很轻，然后真的是会有防风的效果。桂芳，你要不要再买一个蓝色？我觉得它蓝色好好看哦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再买一个蓝色哎、欸，绿色是真的很，我觉得两个颜色各有千秋，好不好？它这个绿也很耐看，因为它不是那种脏脏的绿，它这个绿是很耐看的绿。然后如果你下半身深色裤子多的人，我觉得你就是可以买绿色，有没有？像我现在穿深色牛仔裤，你来配绿色，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有颜色比较呼应到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行不行？应该都要配绿色。是不是爱包色？因为去年我是对沃沃公立包色，去年阿玲就有包色了。然后我是买蓝色，对，而且你要绿色是这样，而且它走路真的会有一个气势，对，它真的很好看，它会有一个风。然后重点是我怎么洗它都没有褪色，羽绒没啦，是中间那边褪色啊。要跟他们说啊，因为有这个真的不会褪色，对，因为那种滑面布料的，你们放心，滑面布料的它真的就是。怎么穿怎么洗，它就是这个颜色，它不会再褪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拍照。好，编号几号？不知道。哎，当你我，哎，当你当我力啊嘞，当我力啊。是哦。哎呀，阿达妈，你坐高五双。哎，别出来，再别唱歌。又来，硬要。硬要，哎哎。要还吧，你要还、欸。不是，教授就不在嘛，我想唱啊。没关系啊，你就是你先唱，没有你先唱，然后回放啊。没有没有，你先唱，然后叫教授来看这一段。这样的声音，不要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还是你直接打给教授，直接唱给他听。好，我觉得你要买绿色，好看哦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我觉得很好穿，好，很轻，非常轻。然后你安尼，我会再处理，我安尼批解就好啊。我姐已经那里为我道歉了。那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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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只要加点灰条啊我。来，再来是蓝色，穿蓝色。啊，再说两个颜色都很好看。不穿网纱。哦。他一直要做你。你这屁股怎样啊？来啊。没，爬上个。跳起来啊！来，不然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坐这里。啊我对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好，你好。来啊，来啊。妹妹，你教我。你不要放开啊。妹妹，你教我啊，可以啊。哎，你现在是意思是怎样？我可以动，我也可以静，好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动静自如。OK 啊，就这边。可以啊，来啊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你来啊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记不得的人哦。你来。记他。我
激不得哦。你要让我动，让我静，我都可以，好吗？我应该静。动静皆宜。没，他说我不行。没，你教我个三四次，我就会了。没，可能要教一年才会。不要那么夸张，好吗？教我可能要教一年。只有一年可以教。对，他只剩下几个月而已。来，蓝色的，它蓝色是深蓝色，就是。乍看之下就是有点黑，可是不是，它是蓝色，好不好？它是蓝色，好吃啊，你吃啊，那是我带来的。我最近很爱吃那个，我都去全联一直买那个、欸，全联，我都一直买、欸，吃完我又买。啊，这是一种啊，卡里卡里，然后它是海苔口味的。你的肥就是安尼啦，食什么？该使卖食这种，食较营养。小姐，还在没？骂我？我希望你身体好。有没有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冷？我这样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冷？好好看哦！哇塞！是啊，你三十好吃吗？阿哥，我给我吃这个手机。不会啦，吃一个就好了。看看真的很好吃。你吃到你真的爱到。我介绍他们。我先问，我今天到黑楼诶。有啊，有。第一个吗？没啊没啊。这个超好吃，我已经买了七八包有了吧？啊，我上次是买两包，一包带来公司，一包又放在家里。然后我儿子也很喜欢吃，他就很像那卡里卡里，然后是海苔盐之花，可是它的咸呢是一点点咸而已，然后海苔味，很好看。请到最后价，你们可以去全联买，一包好像49吧，还是59？49还是59？很便宜。不贵，然后我弟弟不买，看嘛对不？咸的迄种。对，可是它有海苔的味道。好，来蓝色哦，蓝色，这个可以穿到 XL 哦，绝对可以穿到 XL。然后我觉得它是算比较中性，所以如果你要给儿子穿都可以，给儿子先生穿，一起共穿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共穿都可以。OK 哦，然后拍照了，来，回头。39389 40号啊，40号。安云生一辉这边号。哦，不是39啦，我跟你公司。啊，尽量几号啊？你现在就来，我看一下。站在这里会有点神志不清。再见38，38的辉，38辉加一，快点，在线上加。好，38灰加一，线上加，就是你线上加，我们就是有抽三名两百块，然后公开分享一样抽3名200块，我们一天就是送1200哦，1200，是没听到？那明天早上在哪？可以穿到多大吗？身上这个穿到 XL 的话就合身，然后建议就穿到大 L， 没有它的面料啊，是这种 QQ 棉，就是很像那种太空棉，薄的太空棉，然后棉的成分比较多，它穿起来很舒服哦。你看它是 QQ 的 QQ 棉的感觉，然后整个面料超好。哎，这不啊，这不贵啊。QQ 棉说黑料很难贵啊。QQ 棉这个好好穿哦，三八。对对对，我回去加衫。三八灰。三八灰啊。我这么讲出来好像有点奇怪。三八花。哎，今天太空了，妹妹啊。三八灰加一。不客气哦，三八灰加一啦，三八啦。谢谢三八啦。哎，来来来。你要先给我的飞哦，哎，他的吗？请尽量给我一样，不是你要先把价钱、数量、标签都给我，颜色一样，回套我一个、啊，对对对。
你算算你行给我，然后开始买，安尼好吧？安尼会使啊吼。等下去做，等下我上去做妹妹。买几辆好哩？来哦，我们新货特价卖的很便宜哦。灰色有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件灰。然后杏色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件杏。四灰五杏。对，然后变到46号。来，现货我们要卖的很便宜哦，很便宜哦。因为我们就是，我们就是里面真的没有位置了，我不想再囤了。我们不想再囤了。杏灰四，然后四十六，45。昨天已来不及，明天就要。蓝色四件嘛。这不是灰哦，这是蓝。你们很可爱。蓝四件嘛，然后小狗子烟哦。我不见了一个，我又去买一个。对啊，四件。给我们一点时间哦，那小帮手用一下尺寸跟价钱。你是水塘猫。我真的很便宜哦。便宜啊。不随便买的哦。对啊，你不阿婆嘞，你可以的。先别加哦。先不要加哦啊，我们真的卖得很便宜，要等我们建档建好，对，你才能开始加，等我们建档建好才能开始加哦。然后这个你们是在外面买不到的价钱，买不到这种价钱，买不到，真的买不到，买不到啊。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间店面，然后挪成一间，我们里面要容纳10个人，对，然后我们要容纳很多的货，然后还有一些桌子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放东西的地方真的很少，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库存啊消一消。对，所以最近啊会有一些现货特价，你们就是一定要锁定我们。欸，我刚刚现货特价我们也会po在 LINE 耶。哦，也不一定都一定要用直播来那个啊，这样会不会很麻烦？记事本啊，喜欢的只要有上架就可以。只要有商家都可以。我现在就是现货只要没卖完的，他也会在我商城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就可以用拍的，要吗？带我们打出来。啊，变的。哦，变的。我刚刚是卡屏，因为我们直播是一个礼拜才两天或三天，然后这个其实平常就可以播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又要卖新款，又要卖新款，他就两张照片就好了，那怎么对啊？对啊，可以再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可以，我们再讨论日本啊。嗯，我们再讨论一下，我们再讨论一下，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可以了吗？这么你们帮我手拿着拍就好，手拿着拍这样拍啊？如果你没有三个，没有这么随意。来，我只需要一个样子。对啊，来两个色，350。来350块，哇，350的扣就是随便卖啊。来，它的面料呢，棉哦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对，可以穿到 XL。两下胸宽，看两个颜色，一共可以放在 LINE 是可以，但最主要就是看你们喜欢看你们直播。好像没有尺，对不对？多多，没有尺啊，没有尺啊，没有尺无尺啊。他这个怎么会没有尺呢？他有什么？有尺？借问一下，我们这边。卖衣服都没吃，就是搞屁啊。他这个可以穿到 XL， 胸宽55可以穿到 XL。来，颜色这个是什么色？杏色，杏色，然后还有一个灰蓝，蓝，还有一个蓝色。来，这个是蓝灰的颜色哦。然后前面的图案呢，就是一个很像条纹，一个很像抽象的 H 的感觉，条纹 H， 条纹的 H。然后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用折的，所以有点皱。然后下摆呢是有抽绳，下摆有抽绳，喜欢的赶快加。对，然后面料呢是棉，350块。对，350。然后只有各几件，蓝色四件，蓝色四件，然后杏色五件，对，蓝色四件，杏色五件，拜托包色，这个拿来酬勤当家居服都可以，而且是长袖的哦，没有刷毛哦。没有刷毛哦，长袖的没有刷毛，现在的早晚天气都可以穿了。现在早晚天气都可以穿了。来，编号45，杏加一。哦，那边都是哎。
信加一，四五蓝加一。对，现货只有这个杏色只有五件，然后这是什么色？蓝。蓝色只有四件，对。然后你们要快哦，因为这加完就没有了，加完就没有了哦，加完就没有了。来，可以穿到 XL， 它其实穿起来好看嘞，好嘞。然后下摆呢，放下来是这样，下摆放下来是这样，好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抽绳，抽起来呢，它就会有一个偶偶碰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就是随意搭一个牛仔裤就好了，这样子。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喜欢的赶快四五蓝啊，不是，这是蓝啊，哦蓝哦，四五蓝加一，四五杏加一，两个颜色，350块而已，350块而已，350块而已，真的很便宜，好不好？真的很便宜，喜欢的真的不要错过它，这个也可以买给送给妈妈姐姐啊，送给朋友啊，对不对？这原价一件，我也忘记那时候卖多少了。来哦，那我先拍照，你们喜欢的就自己加呗。我特价不要穿哦，哎，好啊，贵方 OK 哦。那我先拍照。来。像酱油味， 它其实 不像海盐味，真的没有啊，它有点咸咸的啊，然后还有海苔的香，好好，我每次吃完就觉得哦，我要再去买，对，好好吃啊，欸，连我儿子也超爱，一直说妈妈我可以再吃那个卡里卡里吗？我说不行，你吃太多了，吃不吃不酸吃不甜，欸，男装先吗？先是哪边？不是出来串场哦，好好好，对对对对， OK OK，来换下一款，下一款，绿色一件，然后蓝色，来下一款呢，两个颜色，有黑色跟蓝色，三个颜色，哦，三色买了，哦，等一下哦，没金标啊，都还好。什么穿啊？这样没啊，35年，35年，再拍一下哦，我靠，没看太久了，要加更小的。来，下一款。我三 K 用完了 K。这么随性啊！来，有蓝，蓝。我改更小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改小更小好啊。好啊。290就好了。
290就好了。先免加哦，好便宜哦！来，只要290块就好了，很夸张哎。那我那要买两百。那我想要买给刚刚那件吗？可以买给家人吃吗？可以不要，可以买给家人穿哎。290块，来，这个前面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像那种 S 的图案，来，颜色有蓝、绿、黑、蓝、绿、黑，然后一样是棉哦，棉料，一样是棉料，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，然后有弹性。有弹性，帮我量一下。全脸买的吗？对啊，全脸。我发过两好吃。好吃齁，那我下次再多买几包来公司发。多买几。要你多买几包啦。来公司发。55。来，胸花55一样可以穿到 XL。290就好了。来多少？号码。46。46蓝，46绿，46黑。拜托你们290。赶快先买回去、啊。我都要哭了我。290可以包色了吧？你们下一件先把那个用好。好，下一件我来的。来，这个都只有个位数哦，线上加会比较有机会，线下就不一定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没有卖完的话，这个都会上去那个商城，你们也可以去商城里面加都可以，290块，减价没个可鲁啊，好吗？真的，买给送给妈妈姐姐。送礼也可以啊，你自己不穿，你送给别人穿也好看啊，对不对 ？OK 哦，然后任何身形都可以，真的很佛心价，任何身形都可以，因为它胸宽到55，可以穿到 XL， 而且还是长袖，没有刷毛的薄长袖，很珍贵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只有个位数，来，绿色、黑色、蓝色。蓝色三个颜色，46绿、46黑、46蓝，赶快自己加起来，自己加起来了，都只剩这边了啦。来，来这边了，还有按起周围的，不要那不。好，自己加了。我想去打那个凤凰电波。凤凰电波、那个打好像都要十几万。我们现在要准省一点，没有钱。少来了。真没啦，我都不好。对。他要把十几万，应该存两几个月就有了。啊，很难呢、欸。而且我们现在都要买那个补品。我先把这两支先。买什么？补品。对啊。我们两个现在很低。好啦，下一款是什么？还没好吗？来一个，这个是才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件。等一下。不要再规定上大还是上，我小帮手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其实是里面最小的。对啊，真的。我们小帮手的第一话最那个，然后第二问档哎，我们两个才是主啦。真的是。等一下，好，是。对，哎、欸，用那个特价可能好像先用哦。对，因为现在这个系统跟以前的系统不一样。OK。除非是要设计。哎、欸，那如果我们去韩国卖那种特价的怎么办啊？跟怎样找到来，那维护期啊，无迄个杠杠哎。还是要弄些多少钱？之后啦。对啊，你搁底下先底下建档，然后怎样来，安尼不行，这个人要想一个方法。特价不要安尼卖啊！你特价安尼想办啊！姐姐，好，来编号47，来只有一件，赶快哦！47黑加一，可以一样可以穿到 XL 还好吧，打蛮快的、啊。然后是这里有一个笑脸的图案，47黑加一，来一样290就好了，一样290，只有一件，一样290，一样290，好便宜。一样290，啊，这四八号啊，你请启动赞助。
因为你们是基本的门面。嗯，什么？要赞助吗？什么？客人说，凤凰电波可以请齐董赞助，因为你哎，朵朵，我已经赞助那个全套的健身房课程，我赞助整套的那个运动课程哎，拜托。那我可以换吗？你要换吗？可以换吗？换凤凰电波。我要用眼袋啊！我想要用脸吗？我不是，我们是你的门面。因为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重训我在家可以自己做。你最好会这样做，啊、没有啊？大包揽这做不会，然后这个我没办法自己做啊，对不对？那不然我问你，就是你，多多，你说的好，多多，最近有在家自己重训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对啊，就胡乱哦。没有，我意思说可以自己做啊。就不会做，不是你就不会做。会，我会。三件。就不会做，你在那边。多多说的好，多多。留言给我弄出来。不是多多。多多认真说，我是从那个根本去改善他们的问题。那个电波只是表面而已，我是从根本去改善。不是电波，我想要表面，就是门面，就是我想要两个你请了两个小姐，然后是那种漂亮的，有没有？不是、啊、你那制的，不是、啊、你今天你要去运动，你才能改变。是吧？好了，不然就运动完再爽我们那个放电波。是吧？也是各一件而已啊、哦。你好好认真一点。没有，一样290给你们。开玩笑的。我是不是我会不会洗头了？卖那么便宜，一样290，三件。一样290，一样290，限量哦，限量的，一样290。阿杰和你，没激动，没激动，我没有。你说好我才能好，你说好我才能好啊。48也是290，各位啊，赶快哦。四八白四八黑，它的白是有点米白色，它不是纯白哦，米白色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C 的贴布，然后下面呢一样有这种缩口，这个很好穿啊，这个真的很好穿，这种其实都不太不用再穿给你们看了吧，这个就是很基本款啊，而且它算是秋天的布料。对啊，然后一样是这种薄的薄款，然后没有刷毛，薄的毛巾布料，48黑加1，48白加1，阿内，一样290。好，嘿，好了你，来49号，来编号49号几件啊？三件，只有三件哦，这个一样可以穿到 XL 哈。价钱自己看啊，我不知道。怎么看？价钱全部都一样啊。好，我们要靠省。来49红，对不对？49红加1，一样390。啊，290。哦，290。一样290，一样290，49，一样290。哎，这红色可以哦，圣诞节、过年都可以，圣诞节、过年都可以穿这个。下面就是配牛仔裤就好了。49红加1，只有三件。这个有三件哦。嗯。我们俩去旁边吗？一样290就好了。只有三件。都快上来。好。我们等一下再拍照好了。好，再来。就可以了吗？等我一下。好的。好。这怎么开呀、啊？这样子开。随便卖哦。我们今天都没玩到戳戳哎。你想玩吗？有点忙对啊，我是很想玩。我等一下，我去寄货，忘记了。都对折好的啦。什么？这边都各一件、啊。等一下，各寄货。都只有一件一件。啊。哦，你换好几套哎、欸！哦，你呀、啊，我好几套哎、欸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这播完再寄货。嗯。绵绵青山百里长。请问有谁能听到电？有有，李慧。这个是我们最多人用的方式。我们货到付款，我们货到付款真的很赞呢、欸，真的。别家的卖家真的没有在做货到付款的、欸，真的。你知道什么吗？真的没有，因为他们会怕细标。我们也很怕。对，我们也很怕，对对。来，再来一件而已，290。对，一件而已，290。然后这件就穿到那个，穿到大 M、小 L、大 M 就好了，小 L、大 M。小 L 大 M， 290，夸张啊！290，这下面配短裤很好看哎、欸。嗯。290，50，50白加1，50白加1，特价290。
290。没，那边都590就好了。没有，没有号码的。没有号码的。50白加一特价290。哎，你们真的要把握哦！我们这个特价真的是，仅此一档哦，没有了哦。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只有个位数一两件而已，卖完就没有了。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在整理一些现货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地方真的很小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赶快拿出来出清，好不好？出清，出清，出清，出清价。嗯，是不是出清价呢？送你的价钱了，对啊，290，这不可能买得到，你真的不可能买得到。我觉得你可以买去送给，就是你不喜欢穿没关系，你送给妈妈姐姐们都可以。是49是什么？薄款吗？薄款吗？算哦，算薄款，就正常的厚薄度啦，就是秋天的厚薄度，秋天不是很薄哦，它是还有一点点厚度，对，还有一点点厚度，好不好？赶快加起来，赶快加起来。我加税在不在？加税，你在吗？加税。哎，你身上编号几号？我这几号？我几号？这个几号？小马。45。45，赶快，45蓝，然后还有信。对。哎，不是45是不是没了？还有。哦，还有45信。剩少量吗？对，45蓝，45信。45蓝，45信一样多少？290。四五房。哦，没有没有，350。因为这个旁边有那个抽绳。哦，来，这比较贵一点点。对，因为它有一点抽绳，就是它单价比较高，350，350哦。还有谁啊？他自己听就。你问他要等他唱歌啊？等谁？你好烦哦。快点啦，唱一首呗。对呀。唱什么？刚才那首啊。绵绵的青山，百里长。加税在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我还债了，还债了，加税。还是加税点歌。加税，我从刚刚第几组就开始在呼喊你，加税呀、啊，加税、啊。太扯了。我叫齐总上，明天会更好。来，明天会更好。谁的啊？我转一下。我是没听过这首歌。好吧，我们来叫齐总唱，明天会更好。嘿嘿嘿，明天会更好。对，连我也不会唱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是吗？你们转移话题。你这边也是卖的吗？啊？对。对啊。就是那个、欸，三叶的。我帮你喝这个下次好了，我觉得特价我们下次先整理好再聊，这样才不会那么每边唱不会那么的。我叫齐总唱哦，等一下哦，好，齐总来开始。呜，哎，一起啦，一起啦，我真的不会唱哦。我先看一下是哪首歌。哦，这个你应该会吧？我真的不会。你的眼睛，这，黄鲁的直接，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当昨日脸上的泪痕，所以有点感情吗？对，披风干了，干的，我真的不会唱这首歌，收天空的翅膀，尖的。你可以跟他一起合唱。我帮你伴舞。你帮忙唱啊，你干嘛、啊？我帮你伴舞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就。少女的心。我帮你伴舞。这是你的祝福。这谁的歌啊？嗯，不要转移话题，赶快唱。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。让我拥有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你的笑容，你的青春的笑，有点起伏好吗？我真的不会唱这首歌哦。会更好，算，加税，加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的。你们我跟你说要、那個、要让他开金口真的很难呢、欸，真的要让他开金口很难呢、欸。好了，不然你再走掉。你要下一次。来再挑，来啊，挑一首你会唱的嘛？下一次，下一次。我们去唱歌，他从来没在唱的。对啊，有啊，我唱啊。没有，好吗？我都唱那个、欸。哪个？最近该搞笑啊！最近该搞笑。周杰伦是吗？不是。好了，来男装来的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张飞来了。张飞来。好。啊。这个三千卖一卖就好。好来，编号五百九了，喝。哎，来编号五一，来，这里呢只有一件，这里呢它有接蕾丝，然后这一件呢它材质是有点棉麻的材质。然后腰围呢是这样哦，可以穿到，帮我量一下。好。55。来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然后它穿起来大概是7分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来，编号是51，51性加一，特价590，很夸张呢，这蕾丝的呢，这。这个买就要本钱就要1000多块哎、欸啊，真的，来特价590，五一性加一，特价590，来快速带过了、啊，不要为了这个一件那边浪费时间，对对对，来编号52，编号52，只有一件，来一样可以穿到 XL 喽，这里呢它是荷叶边的，棒棒棒棒棒棒，阿云都不懂不会唱歌人的痛，好啦我懂，对，懂我懂懂。唱歌我还可以，跳舞我也还行，然后那你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不行的应该是这间的，我不行的应该是 COD 有什么？好像你没有不行的、啊，不行的有什么有不行的吗？有啊，我罩门是什么？养宠物啊。哦对，哦哦对啊，我很怕，我很怕会爬的东西。对，只要是在地上爬的，阿宇会唱歌，羡慕加水，你打电话来我都唱给你听。有看到我眼睛吗？有好啦 ，OK， 590一样可以穿到 XL 哦。来52蓝加一，52蓝加一，来，它的口袋很可爱，你上衣呢就配一个白色或灰色的荷款，好不好？是。然后一样是7分，然后是这样子宽裤啦，这个夏天穿保证很凉，好不好？保证很凉。哎、欸，嘉水，你怎么样？耳朵有福哎、欸。要让他开心口很难呢、欸。对你竟然听到？对啊，你看听到、欸，我们是分你的福气，我们才可以听到他唱歌哎、欸。就唱两三句而已，对。好，来编号53，一样是蓝色哦，53。然后他的裤脚这里呢是做荷叶边，荷叶刚才在上面，现在来到了下面的。来，一样是590，一样可以穿到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请到 L 和喝啊。L。对，这件穿到 L 号，一样590，53蓝加一590，53蓝加一590。好，来换齐的男装。OK。那上衣先哦。好，那个、上衣呢？这一件的话是40吗？看一下。43。哎、欸，所以是跳43啊？对，跳43。哦，今天好像跳下去的。哎呦喂啊！那40号了。40啊，40这件嘛，还没有吧？这件还没。不好意思，好跳到那边了。那我们是三仙哦，好怕。我们是三仙哦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口罩太小了。这样。然后四三有两个颜色，四三两个颜色。好啊，是没有变了，喉咙痒痒。四三的话，它是有做那个，就是手肘接布，手肘接布，然后它前面的口袋是做撞色这样，撞色的，然后它前后也是不同颜色的，然后一样是29制造的哟，对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这个是29制造的，这个是那个我们台湾的厂商哦，对，台湾厂商29制造。我也是要回家，你要背包包哎，对。两个颜色，来编号是3，两个颜色超好看，很特别、啊，超级好看。对，然后这个其实它是可以配一套的，它是有裤子，它裤子可以这样子配一套，它是一个 set， 可
是你要分开买是也可以。对，买这个一件多少钱？四三，多少钱？1980。因为其实他上衣，其实他下面穿牛仔裤也很好看，好看。其实我觉得穿一套是更好看。对，就是他整个都做宽松的样子，对，就是整个做宽松啊，就是很有态度的样子。没错，很有型。然后你看到他的口袋啊，还有他的手肘这里啊，包括他就是有做撞色，对，做拼接色，这真的还蛮特别。而且前后也是不一样的撞色。是，然后他的布料是机能型布料哦，是那个有点那种防风、防泼水的那一种。对，就是有点刷刷刷的那种布料。对，刷刷刷。是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洗刷刷，然后他后面有稍微打折这样子，对，穿起来两边这里，对，他打折的地方是跟人家不一样哎。要不然正常的打折，它都会在这里，然后它的打折是打在这边，所以打在两侧。好，然后两个颜色哦，两个色。它做稍微宽版的，就是穿起来是稍微宽松的，就是可以穿到 XL 号。是，其实应该可以穿到更大，可是我们就是到 XL。哎，置顶坏掉，来编号是，没有啊，哎，我这里看不到，四三，嘿，撞色车线。哦，来来来。是来，这件1980，肩宽54，胸宽68，袖长56，袖宽25，衣长74。它前面有个超立体的口袋，是，就超立体的口袋，然后有扣子可以扣起来，对，做钉扣，它材质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看。而且他们家真的穿出去都不会撞衫哎、欸。对啊对啊，因为它是他们自己设计的。真的，你们要多支持，因为你们再不支持的话，我们就看不到他们老板了。看不到他们老板。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那先拍这一身。好。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实的面孔。就吐了，戴口罩，戴一下好了。刚才一阵什么都没有戴，一阵痒哎。真的哈，有看到你在痒，我就赶快戴。然后快帮我站过来一点。刚才一阵痒哎。啊、哦，拜托！好好好，后面后面可以放我放我一马吗？我要吃的够多了。帮我站左边一点。他说奇异果铁三角要好好保存。好。铁三角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才跟总编讲，哎，说可能想要再培养一对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真的。要再培养一组直播的人。真的假的啊？我对啊。对啊，我今天你们在讨论有没有？因为我们就觉得，身体好像最近好像有点不太行。所以你们可以接受，就是有人分业绩这样子、喔欸、可是要说的要取舍啊，他说要取舍，要取舍、啊啊，身体重要，对吧？对啊，来，哎、欸，另外色也要穿吗？好啊，虽然是很不愿意啦，可是也没办法，啊、好烦哦、喔。其实真的很纠结。可是像很纠结，像其他间他们也是都一两个而已啊，你会看到那种七八个的吗？啊，七八个，就是很多直播组的没有吧？就大概。多一两个啊，因为对啊是没有对啊，对啊，好像正常都只有一个或两个，对啊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哎、欸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做大一点，你们可以吃几个。来，我们再去换另外一个颜色。我是成立一个什么经纪公司、欸？经纪公司嘛，再去培训就对了。经纪公司哦，经纪公司。你要的空位就我两个呀。没有，我们是，我们就转幕后，我们就转幕后了。因为出国其实还蛮耗体力的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们两个真的不年轻了，我们两个43岁了嘞，还好吧？我看其他台都是那个50-60一大堆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就只有他而已啊。可是其他台的应该都大概大概年纪啊，对啊，差不多嘛，真的、哦，我觉得，就怎么觉得可能过了40，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好像很虚，很。再走下坡，这样不错啊！哎、欸，你可以退休了，退休了，不错。来绿色，这是你的女儿来，我的女儿出来。这个什么色？绿色。对，它前面呢是有点那种苹果绿的颜色，对。然后配深绿色，然后袖子呢是深蓝色。它前面口袋的细节就是做的非常好，你看立体的口袋这样子。立体的口袋。对，然后它的车线都做的非常有质感。都没有刷晒呢、欸，他们真的都没有刷晒。德德说看起来像33岁啦。对，然后他那个手镯肩部也是超有质感。其实是43岁。对，我们43岁。其实43岁。没有，就是43应该快退休了。快退休。哈哈，老板要让我们退休了，退休了。哇，老板要让我们退休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加油！你们先退了。你年轻，你当然不用
推，是我们先推。所以差八岁有差很多，对。差很多。哦、我们都还生过小孩的。对。生小孩 是重点吗？对啊，生小孩真的有差。好啊，你先退休啊。生小孩可以啊，你们先生那么强，拜托你就直接退了，直接裸退了。老板现在要把我辞职了啦。你看，等一下。你们刚自己讲的，然后现在怎样？包装给我跳哎、欸，真的是。起内讧了，起内讧了，这个要下播的时候再来抢。我们要来打架了。包装给我跳哎、欸，真的是。好，先拍照，先拍照。来。包装跳，包装跳，来，这个是几号？哎、欸，你的号码牌嘞？43号。43号，你的。你的好麻烦，号码牌43号，各位。提醒一下，先给 L 呗。哦 ，L。我头叫你提醒我通啊。我嘛是有叫你提醒我。有吗？真的吗？你搁叫我提醒你嘞。43来，43。好。好。然后再来是裤子，来裤子呢，跟他的衣服呢材质是一样的哦，对，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件裤子好特别哦，它的两侧是真的有两个大口袋。对。然后你看它口袋上面啊，来，它上面有两个钉扣，天哪，它的细节真的很赞哎，很少真的会看到男生的裤子做这样。口袋超级大。对，口罩，口袋超级大，真的超级无敌大。你这个出去，对。你出去真的不用带包包，你就是有这件裤子就行了。对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两侧的口袋，只是说这样走路好像有点难过。不会，带绕口是不会。对，奶油这件尺寸多少？大概算到三 L 哈。好，尺寸看一下啊、哦。它的腰围38-54，臀围73，是大腿42，小腿32，是长度103，裤长42。就是它前面是那个有做抽绳，然后是做松紧，然后有裤头的。是，对，然后它抽绳做的很长，就是会怕你掉进去里面，所以说它做的很长，是，所以不用怕会掉进去哦。然后前面就是一样有拉链这样子，因为拉链，男生的裤子都会做拉链这样子，是，你要上厕所比较方便。对，然后两边是做一样的，就是、然后前面还有打折，对，然后它面料一样是那种防风的面料，滑面布料，机能型布料，对，没错，它的面料其实很会选哎、欸，对。其实29吼，它这个牌子真的，我觉得它真的品牌有做出来，欸、真的很强。而且他们在选布料，然后做的版型，真的我觉得不输韩国、欸、真的，吼，真的不输韩国、欸、我觉得还比韩国强、欸、而且他们其实比较适合台湾天气，因为他们其实不会输太厚。没错，然后韩国真的要挑，因为每件真的超厚，男生哪一个怕冷的？你跟我讲。高度度。对啊。其实男生我们不太会卖到酸毛、喔，没错，是。对啊。然后后面拿屁股看一下。先从后面看。来，后面看也好看，然后这里呢还有做一个，哎，这个是真的口袋哦。对。这边还有做一个。就单边而已。对。这边也有做一个口袋，然后上面还有做一个盖子，把你的口袋扛起来。对。好。从四个角度看都好看。真的。对。360度无死角。无死角。的感觉。对啊。真的无死角。超好看。OK， 来拍照。编号是几号啊？44。44。44。如意啊，44如意。青春年华，好，我们坐在我的小小傻傻。44号，编号44号，哎、欸，真的要真心建议你们真的要一套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一套穿起来好好看，真的好看。真的，你分开买的话，那个味道就有点跑掉。欸、这件裤子很便宜，1800哎，秀，1800很便宜。男生的衣服这样子算便宜，对、啊，因为其实它的布料用的很多，像运动装有没有？对，运动的那个布料。没错。可是它这个其实算是工装，它运动的话，我觉得会那个。比较闷嘛。对。好看的，配这样子一套，然后配灰色的球鞋，就很好看。赞。Very good。Very good。好。好。好，来换这一套，来下一套。前一阵子我配药的好好好火
对，然后我每次吃药吃一吃，嘴巴都会有点苦苦的，我都配那个饼干，然后配个两条。这是我们家最近的爱呀、啊。忍住哦，撑住哦，我们还有最后一套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下播之后啊，来我再讲一下哦，如果你们是汇款的人，一定要下个礼拜一以前的晚上，有没有12点，对不对？礼拜一晚上12点以前一定要完成汇款哦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汇款的果粉，一定要下个礼拜一，就是我们的结单日，我们的结单日的那一天的晚上12点以前，一定要帮我们完成汇款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因为我们换了新系统，现在就多了这个新规定。OK， 哦哦哦，汇款。对。来，再来是衬衫外套。买编号40号，两个颜色，有绿色跟对，跟灰，绿跟灰。它这个袖子，它做这种扣子这样子，很特别。我特工帮我戴，快吗？我特工帮我戴，蒙甲无。哎，对，就是我上礼拜去办泰签嘛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今天不用泰签了。对，是我办完了。哇，对，我花了1500。不能退啊！不能退啊！怎么可以退？他已经办了啊！已经办了啊！对啊，他11月底就不用开签了呢。11月10号的样子，对。然后我是上礼拜去办开签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他们那个门给我跟你讲啊。他就说哇，真可惜啊。真的啊？而且不是，他是前天才公布的，然后我是上礼拜办的，然后他已经送去，然后再送回来了。对，直接分了1500。真的哎。对啊。可以的。来，编号40，绿色跟灰色。对，这一件呢，它也很特别。陪我们到最后，贵方爱你、哦。谢谢贵方、啊。对，然后你看它的钉扣啊，是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这里中间还多了两个钉扣，然后中间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两个钉扣，然后正常的钉扣这里还两个钉扣，就是一个小造型。因为它这边是一个口袋，它这边钉扣，然后可以这个口袋进去、哦，可以钉起来。对。就是你可以把口袋扣起来，这样、欸、好特别哦。对，就是这边可以放手机。他都帮我想到哎、欸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手机好了。我也是，这边你进去，哪里呀、啊？下面出来这样，下面出来。啊，所以是口袋吗？是造型而已，是造型而已。口袋。好。是造型。我请绿色上来。我刚说错了，是造型，不是口袋。就是你东西进去，为什么下面出来？可以啊。对。口袋。它是一片布这样接起来，这样子，一片。一片那个撞色的布这样接起来，所以说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不能放东西的、啊。对，造型的、啊。结果哎，口袋，然后放的东西都外显要不一样。这是魔术口袋吗？不一样。你可以放，但是会不见。对呀、啊。对，你可以放。女生穿是这样，其实男女生都可以穿哎、欸。对。男女生都可以，好想要摸，好想要擦。口袋。有没有男女生都可以穿？然后你女生穿，你扣起来的话，里面就是。下面可以配合身一点的牛仔裤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。然后你要当外套也可以，对。哦、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好看，细节满满。真的，细节满满。对，你看它的扣子啊，然后、欸、然后配色、啊。你要不要海的鹤啊？对啊。你要不要口袋加掐海的鹤啊？可是它会乱跑吗？我觉得。不会啊。没有，它整片都是那个。没啊，走错那边你啊。跑去后面哎、欸，对吧？后面没有啊，就这样啊。要看手机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要是我会把它这样扯起来。好看这件 ，OK 哦，两个颜色，绿色跟灰色，对，绿色跟灰色，我觉得灰色好好看，因为它其实后面下面也是有做配色的，嗯，也是有这样配色，对，下摆也是配色，对，碎，你们就是配宽裤或是配老爷裤就很好看，好看，或是牛仔裤也可以，好，可以，拿看欸這個、对，可是我觉得它好像不太大。对，可是它不会到很厚。嗯，
它不会到很重。没有刷毛啦。对。看一下，是不是没刷毛？没有。没有没有。对，没有刷毛哦，没有刷毛哦，赞赞赞。而且它不会穿起来很厚重的感觉。它有斜纹布料。对，它是正常的。牛仔裤。然后黑色是水洗色，水洗灰，水洗灰的颜色。然后布料本身是没有弹性。对，没有弹性。然后裤头是有弹性，裤头的弹性很大，它可以穿到沙海螺号。是。裤头还蛮弹的。嗯，就是穿起来很舒服，然后前面可以绑起来这样。它是有点很像南瓜裤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它的牛仔很像雪花的感觉，对啊，对，有点像南瓜裤，就是它的裤脚呢，它就是上宽下窄，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穿起来很可爱。然后呢，前面呢就正常的两个口袋，是，然后后面这边有两个大口袋，对对，这样两个颜色很有型，它的裤摆很好看。对，来编号是41号，来这件打折下来是1960，是腰围呢是32-54，臀77，大腿42，小腿28，裤长93，没有弹性哦，它这个布料是没有弹性的，对，可是它可以穿到 XL， 对，因为它其实算也蛮大的，所以 XL 也是可以穿，好不好？穿起来其实是很可爱，穿起来很有型，很可爱，超有型。那么你再去换一下蓝色好了，好，那你再配这个绿色，好，好看哦，真的，啊、先拍真的很有型，裤子先拍照好了。你刚才有拍吗？对啊，所以拍上衣而已吗？没有啊，是拍整身。整身啊？对啊，你要对正方向。好，那、啊、等一下再拍，就是用那个。哎，哪个？还叫我不懂你哪个？叫奇怪，我刚才叫你提醒我什么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怎么自己想自己好像就是？我刚才叫你提醒我什么？是林宽医生啊。是林宽医生。对啊。啊然后嘞？没有啦。哦，我要朝冷静，要工作。好 ，OK， 提醒我 ，K N O 呀。哦，对呀、啊。加个鼻窦炎，鼻窦炎，哎、欸，给那一款弄鼻窦炎哦。还有，啊、我儿子的那个鼻子的构造真的很奇怪，他的那个鼻子可能就是跟一般那种鼻子不太一样，他的鼻涕是流不出来的，哎、欸，很奇怪，他鼻涕很难流出来，他的鼻涕都会在这边，然后久而久之他就发炎，然后就会鼻窦炎。就是你要去整形啊，整形，整鼻子，整鼻子，把它挖个洞有好一点。好来，哦，好看，好看，超好看，哦，这套要买，这配套很亮，哎、欸，很亮，真的很好看，啊、超好看，哦、很拍，太帅了，真的帅到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子绝对交得到女朋友。我觉得不是衣服的问题，哦，是啊，对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可是我是看衣服，因为我先生很丑。他不知道有没有在看，我先生他真的很丑，可是他穿衣服真的很好看，我真的是被他的衣服给吸引去的。那林奇董有让你吸引到吗？这裤子好看，这裤子真的比较不一样、啊啊，就是这个裤管穿起来很有型，而且他侧面好好看哦。对，而且你看他侧面的这里啊，他是有车两道线，一点歪一点歪，他是有车两道线哎、欸，因为很少牛仔裤他会车这么的装饰线，还多了一道。对。你看哦，它的侧面啊，这个颜色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黑色，因为黑色它是车黑色的线，它侧面是车了两道装饰线。是。对，然后蓝色呢，它的装饰线是黄色的，对，黄色比较明显。是很明显。对，比较明显。我觉得两个颜色其实都很好看，各有千秋啦。对。我觉得喜欢的，拜托对恁翁卡好，对恁男朋友卡好，会不会到尾买一领雨衣啊？真的。可以吗？对啊，这个衣服，然后这个裤子。对老公，男朋友好一点，拜托买一件送他，他会很爱你，好不好？1960，不到2000哎，真的很划算。好，拍照。可以。手机呢？拍照，我划掉哎。哦。拍照啊。管在被踩吗？裤子是四十，四几？裤子四几？裤子41。裤子41。哦，加宝41。我找一下。好像没有，那没关系好了。那用后置的吗？好啊。裤子买起来。买起来，买起来，背起来，背起来。好。好。后面。哦，后面。
后面来。我要站左边一点。帅惨了。啊？帅到真的。然后再开着你的车有没有？哦。开着你的电动车。不来了。哇。电动车了，真是。我跟你说，女生都会看车，是啊，我觉得啦。可是我没有。可是不是说看很好的车，只要有车子坐都可以。也是啊，我这都只有四轮吗？我这都两轮的，我这都在外面淋雨这样子。对啊，现在有车比较方便。可是提到说那个节奏失光的样子。对啊，好了，现在有车有车了，都不用再淋雨了。对，不用再淋雨。好，后面的柜上还有衣服吗？后面那个柜放我们下一次，因为哈，我们发现现货特价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换了新的系统，现货特价的那个后就是在建档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对，所以我们下次都是先准备好，我们再来卖好了，这样比较不会让你们等到太多的时间。对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加到，他会生气这样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建档这样。那我们这礼拜的直播就结束喽，然后一定下播之后就去购物车检查你的商品，对不对？如果正确的话，就帮我们完成结单。没错，下个礼拜一以前一定要完成结单了哦。啊，他跟结单的，与韩国在动货真的很无情，好吗？对，真的，人家气死了。上次那个外套就是，对，气死了，二十件，而且直接断货。我后面还第四件呢，然后今天妹妹还要追，总共25件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是单独那天打广告的，总共25件呢。对啊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可以定做25件，要50件。啊，对啊，就那个啊。我问大姐哥，大姐说这样会不会差太多？差一半哦。我是觉得还好，是哦，对啊，可是都跟你讲了吗？对啊，好，讨论那天就有说断货了。好了 ，OK， 那我们直播就到这里哦，谢谢你们，玉芳谢谢，桂芳谢谢，这。